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21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至今中华民国105年5月23日上午9时至下午28分，5月25日上午9时至下午12时40分，地点不念清千楼9楼大礼堂，5月23日不念清千楼101会议室，5月25日。出席委员吴志扬委员等13人，列席委员陈廷威委员等39人，列席人员5月23日，文化部部长郑丽君率同有关人员，5月20日，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正宇率同有关人员，主席陈召集委员学生报告事项，5月23日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确定。二、文化部部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本日议程有委员吴志扬等20人提出质询，今经文化部部长郑丽君及相关人员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林建仪将其呈至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决定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0日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时间及限制重新决定。本案报告及询答结束。5月25日。三、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本日议程有委员许志觉等14人提出质询。今经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正宜及相关人员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蔡宜瑜之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决定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0日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已指定。二、本案报告及询答结束，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记载错误？没有错误，议事录确定。报告委员会今天的议程为：邀请教育部部长就教育部施政理念与政策列席业务报告，并被质询。首先介绍今日出席之委员，现场有柯志仁委员、苏巧慧委员，还有新加入教育文化委员会的李立芬委员、张廖万健委员。好，谢谢。那我们来介绍教育部列席的官员，我们的教育部部长潘文忠潘部长，众规司副司长谢淑珍，高教司司长李燕仪，技职司司长马湘平，终身教育司司长黄月丽，国际司司长杨敏玲，师资义教司司长张明文，资科司司长李蔡燕，学务特教司司长刘仲成，秘书处处长周以顺，人事处处长李秉周，国教署署长黄子腾，体育署署长何卓飞，青年署署长罗清水，监理会组长李承熙，法制处处长李松茂，统计处处长蔡美娜，会计处处长黄永传，政风处处长宇建国，国会组执行秘书吴林辉，国家教育研究院代理院长郭公斌。好，谢谢。我们现在请教育部潘部长进行口头报告10分钟。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新逢大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开议，文忠今日应邀列席贵委员会，就本部主管全国教育、体育及青年发展未来施政理念与政策提出报告，并得以亲临教育，倍感荣幸。文忠自5月20日承接政务以来，深感各界对教育的关心。面对快速变迁的多元社会，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推动越来越具有挑战性。文忠投身教育行业，亦倍感使命与责任深重。
未来将与所有教育伙伴们齐心协力来推动教育事务，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以辅应国人期待并善尽社会责任。教育本部教育施政核心理念为以国民学习权期待国家教育权，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国家必须以学生学习为中心，重新思考调整教育体制，必须重视学习者个人的差异与学习历程有所不同，不宜再用一致性的标准套用到每一个学生的身上。教师也要从过去传统比较以传授的这样的角色，能够调整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个教练。那么我们的教学方式老师的编制亦是有必要做一个调整。尊重多元，促进学生适性发展，也意味着要让每位学生的特质都能够被看见、被培养的机会。因此，适性辅导与多元选修多元的发展将是本部未来施政的重点。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业，也是不断演进的过程，持续精进是必要。未来本部将以让学生快乐学习、让家长减轻负担、让教育跟上时代及培养成熟的公民为我们的教育的目标。那么固守以人为本的教育精神，致力推动十二项的主要的一个施政的重点。那么以精优教育来滋养共好的社会，以适性发展来活络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多元学习来开展殊异成就的路径。那么以公平的资源分配来实践社会正义，以国民学习权来超越国家的教育权，那么更以前瞻的教育来深化未来公民的知能，希望为全民打造一个美好的国家。那么以下仅就报告本部的重要的施政内容，那么详细的内容请委员来参看参阅书面的报告，那么并请委员来给予指教。一，营造学前中小学优质的教育环境，那么逐步来提升公共化教保服务的供应量，健全学前教保服务人员职前培训的制度，那么提供评价优质进变的教保服务。那另外也来强化学校软硬体的设施，落实性别平等、生命、人权、法治、品德及环境教育。那么尤其近来因为地震频繁，那么有关校舍的耐震补强以及老旧校舍的整建，以及呢为了强化我们更多学生的这个协助，那么有关专辅人员也会逐年的来规划设置。第二点是活化教学，逐步落实适性发展的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的入学方式，现阶段会以十五个就学区为一个基础，那么就超额比序以及国中会考的制度不变，那么稳定的维持现行的入学制度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那么来详细的评估我们各就学区以及各校的这个条件，那么未来能够因地制宜、因校制宜来持续的投入资源持续的以地方政府与学校来协调沟通，能够逐步来扩大十二年国教免试入学、就近入学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第三点是精进技职教育衔接学校教育跟职场的实务，打造产学研合一的一个学习环境，推动技职校院实务课程的发展，那么以对焦产业人才所需的核心职能跟技术，强化教师产业研习跟深耕服务，促进技专校院创新研发及研发的成果能够产业化，来改善技专招生管道，以符合技职务实自用及实务选材的目标，那么以建构优质且符合产业特色的技职校院，持续精进技职教育，打造产学研合一的学习环境，以培养学用合一的人才。第四点是推动高等教育创新卓越，创造在地价值，引导学生勇于思考，关怀社会。高等教育是培育带领国家迈向未来所需的前瞻人才，是国际竞争力重要的关键。本部将重新来擘画高等教育领航的计划，推动高教制度的松绑，强化大学治理与课责，鼓励学校积极创新，提升学生解决问题与独立思考能力，加强数位学习的环境，落实产学研合作的机制，建立友善创业环境。另外也会重新的来检讨大学的评鉴机制，并配合南向的政策，
积极建立与东南亚各国师生互惠交流、学习课程创新这样的环境。第五点是培育尊重多元差异的老教师，鼓励专业自主的教师专业发展，强化中小学师资培育，培育尊重多元差异与专业自主的教师，并调整教师的角色与编制，落实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另健全教师法制及进修的机制，鼓励教师参与教学社群，促进教师专业自主的发展。第六，培养学生挑战未来的前瞻能力，推动前瞻教育，培养学生问题解决、生活美学、知识累积、跨科整合、多元创新及团队合作的六大前瞻能力，能来协助学生试探性向及多样性的生涯发展，增进学生社会生存之能与多元思辨的能力。第七，稳定偏远地区师资与教学品质，保障偏乡及弱势学生受教权益。那么规划合理的教师员额编制，并推动合聘制度，稳定偏乡地区的师资与教学品质。另外也会重新的检视教育资源的分配，并提供各类助学的措施，保障偏乡弱势与身心障碍学生入学的机会以受教权益，来落实社会的公益。第八，尊重创造尊重多元适合不同需求学生的多元学习环境。那么强化原住民族与新住民子女教育，尊重族群多元，并鼓励母语与文化的传承，并支持并推动实验教育的发展，营造适合不同需求学生的多元学习环境。第九，促进探索人生与公共参与的青年发展，打造青年多元体验学习环境，协助青年职涯的发展持续来推动青年国际交流与壮游的体验，充实青年与社会互动沟通的平台，促进青年多元公共参与。十，完善终身学习，打造强健的公民社会，整合社会资源，深化成人与社区教育，促进社区大学的发展，并建构乐龄学习的体系，透过终身学习来建立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提升社教机构的服务品质，来建构全民乐学的学习领域，以强健公民的社会。十一，布局宏观发展的国际教育，重点来培育高阶的人才，鼓励学生出国留学，并扩大招收境外的学生，建构多元平台，以深化国际交流，进行双向的学习交流，促进人才流域以宏观的视野来布局全球。十二，强化国民的体能，推行全民规律运动，带动国家竞技运动竞争力。那么未来规划成立有关跨部会的任务编组，行政院体育运动发展推动委员会，目标是希望能够积极的来推动运动的全民化、运动的产业化以及运动的国际化，那么打造国民优质环境，并推行全民规律的健康运动，扶持发展运动休闲产业，扎根培训体育的人才，追求卓越竞技的实力。那么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来指导，并给予本部支持与指教，并祝各位委员健康如意，谢谢。好，谢谢部长的报告。现在进行询答，每位出席委员询答时间为十分钟，必要时增加两分钟。列席委员询答时间八分钟。十点截止登记发言，委员如有临时提案，请于质询结束前提出；预算增删提出案，请于处理前提出。处理提案时，若提案委员及联署委员均不在场，原例不予处理。首先，请柯志恩委员质询。主席好，我们请部长。委员好，部长好。刚刚看到你从十分钟内把报告完毕，而且语气坚定，可以发现你真的是 well prepared， 先给你一个肯定。谢谢委员。是，可是我们纵观你过去今天的这个报告，跟过去几届的部长，从吴清基到这个蒋伟宁部长、吴思法部长到你，你知道你们四位部长最大的一个报告的公约数是什么吗？
其实我可以随便念一个，比如说给学生适性的发展，培养多元的能力，利用这个所谓的合理的教育分配，能够让偏乡跟我们这个部分能够得到合理的一个对待。还有呢，在大学里面希望能够培养这个校校有特色，能够让学生能够跟学用合一，然后发展国际最大的竞争力，没错吧？是、OK 是好，那既然每一位部长上任的时候都怀有类似像这样的部分，这绝对是一个教育的主轴，完全没有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问你跟过去四位部长同样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跟目标，你觉得过去你的经历跟你的能力，你为什么可以做得跟他们不一样？是、谢谢柯委员的指教。我想刚刚委员所提到，确实这是教育的本质，也是最核心的、教育的事务。那么特别也提到这个学生的、没关系，部长，我只先请问你，就你自己的能力跟你的历练，你觉得每个人都提出相同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你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是我想就个人从事教育相当长的时间哈、那么也特别能理解一件事情，教育的推动除了教育政策的规划，更重要是它的可行性哦。那么过去有机会在地方政府服务，在第一线呢、也了解到教育部的政策要能够落实。地方政府绝对是最重要的伙伴。是，所以你刚刚就特别提到，因为从基层做起嘛，所以你跟地方政府或许在很多策略上的配合上面，你可以比过去在大学当校长的这些人来说可能更具有实务的经验，没有问题。但是呢，我还是要特别提出几个方向出来啊。首先我刚刚看到你那个书面报告有一两句话，我觉得实在是有点不太认同，因为你特别提到了要让学生快乐学。部长，你知道快乐学的下一步就叫安乐死吗？以我们现在目前所有的教育体制里面，你觉得学生有办法快乐学，有办法让我们家长减轻压力吗？等一下我们特别提到十二年国教推动到现在，每一位家长他平均每个月花5500块钱，学生都要超过这样的补习，怎么可能去减轻压力？所以呢，要减轻压力，我相信你的目标就是要好好的推动十二年国教。我知道教育问题非常的多，我今天就根据你最擅长的十二年国教来就教育部长。我们先来看一下，你认为你在上任的第一次的记者会就特别提到了全面的免试，可以说是我们未来的方向。部长，这么大灾问的问题，你觉得你有把握吗？我想跟委员特别来报告哈，十二年国教历经这两年哈，已经进入第三年，那么确实我们多数的家长、教育伙伴，包含学生啊、在入学方式上让大家、也煞费苦心哈、也经过我们。没有问题，你觉得全面免试、我应该问，因为 你已经特别提到了嘛，在15个学区之内里面你要特别逐步来推动嘛，这绝对是一个事实，因为教育政策本来就不能够照进，只是呢全面免试这四个字一出来，就会让所有的国二家长还有今年的国一家长是非常的担心的。那如果说是要全面免试，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了，你特别提到有几个比较容易达到的一个区域，特别你选出的5个县市嘛，那5个县市在你发布之后呢，分别有提出他们的想法，其实这些想法无非就是举例来说，即使是高职，如果每个学生都喜欢念一些比较热门的科系，那比序该怎么比？还有我们都很想进去一个我们所喜欢的明星学校，比序要怎么比？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免试，你们都认为说现在只要有会考参酌的成绩就不叫做免试，那叫假免试。我现在只问真免试的时间表，你认为什么时候可以达到真免试？是这次我想特别会提出哈，在目前现行的入学制度的稳定的一个基础下哈，这包含就学区，包含这个超额比序，包含会考哈，主要不要让家长跟老师或学生去担心，我们会有这个部分呢、让他们可能有，但是他们还是很担心部长，他们还是很担心。是是，那我也想，我应该跟大家也做一个报告哈。是，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基础之下，其实就台湾各就学区或各校目前。也有一些条件呢、是比较能够来，不一定要透过会考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还是一句话，即使都没有问题，说你看，连高职有些人就很喜欢到餐饮业过来，他不想到资讯处理科，那都会只要是这个东西有很多人想要进入，大家都想抢的，势必就有比序的问题。那你如果不参酌被这个所谓的会考，请问比序的内涵是什么？是我想会特别提到说我们会详细来评估各就学区的条件，而这个条件绝对不会是强加，或者说你非一步到位哈，因为我一直刚才也特别跟委员报告，因地制宜跟因校制宜是现在在十二年国教之下，我认为教育部应该去看到这种的机会，而这种的机会啊，
教育部当然也会跟地方政府来共同的投入资源，让刚才委员提到，如果这个区域已经即将成熟，可能还少了一些的资源，而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免试的机会。我想教育部后续啊，就是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向啊，来逐步的扩大免试入学的这样的一个双年国教目标。没有问题，我相信你这个部分。我只是提醒部长，你都是告诉跟前面的几位部长都一样，我们都说十二年国教这个免试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我们要逐步的一步一步。他们都跟你一样，只是你在开第一次记者会，一开始抛出所谓的全面免试的时候，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很大震撼弹。你必须要人家在问下去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也不用那么担心，就跟过去一样。包括你今天报告所提到的，在既有的会考的制度之下面，我们逐步的推动。我只是提醒，以后这种政策的发布，不要一下之间让大家觉得有什么震撼弹出来，结果一细听其实是差不多的。这个差不多其实无非就是你所提到的，希望所谓的高中高职都能够均值化跟优质化，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下面。可是问题是，103年我们对400多个这个高中高职来去做，我们几乎高达90%是达到优质哦，经过认证是达到优质的哦。但是很奇怪，到今年的时候，我看到你们的报告竟然降到84.1%才是优质。请问这个数据是为什么会越来越低呢？这经过认证的。是，那委员这个数据我再来了解。没有问题，哦、但是我还是对优质的这部分，我非常认同委员的看法哦。学校的优质化不会一个目标它就停止哦。我想刚刚也特别跟委员提到。如果要再往十二年国教扩大免试的部分，政府所要来协助学校优质的这件事情，这个资源呢、啊、是后续啊我要去推动。没错，部长，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有85%以上都是优质，可是如果说是你就如你所提到的，当我们把我们的高中职变成优质化的话，势必可以让我们家长因为放心。而不用再为了那些要抢进一些所谓的明星或是你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特色高中而部分。可是问题现在已经都是非常优质了，为什么每个人都还是这么担心呢？我跟委员报告，从民国90年开始，我们推动的多元入学方案其实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我同意啊，学校包含我们升学比较激烈的北北基也有将近60-70%的学校啊，其实对很多数的家长跟学生来看，他们其实是相当只要有机会，他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非得要跑离家1个小时的车程等等的。所以我就说，现在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那这样的一个基础，也可能在这两年十二年国教入学在整个推动的过程当中，因为大家又把它回来这个重新把这个标准一致化，全国一致化，所以呢，原来的基础很可惜。所以我对十二年国教一直抱着砌砖理论，是前面的政策所累积的基础一定要善用。是，那我就代替所有的家长再问最后两个最关键的问题嘛。你刚刚有所提到的嘛，免试嘛，那就是一个就是说，很多家长就会打电话来，今天知道今天要问你，他就直接问我说，哎，我小孩怎么样进建中北一女啦？部长用最简单的话来回答我们了。以前不要让进建中北一女、这个我也刚刚特别提到在现有的入学的这个制度之下，不会去立刻的。所以他还是要经过会考，是还是需要有五个 A 加加加才有办法。对对，我们比较务实的来逐步让有机会的学校跟就学区来往前进。所以现在就是还是要五 AAA 的这个五 A 加三个加的才有办法进建中北一女，可能要到未来以后才有机会慢慢变到免试。所以你大胆的告诉我们，免试就是一个目标，就是一个方向。以目前体制而言，就是还是维持现状，这样可不可以？是，我完全认同委员的刚才的看法，没有问题。教育部也会稳健的往这个方向来努力。我们就是把这些部分把它澄清清楚，谢谢委员，让大家可以不要再特别这样焦虑，这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好了嘛。还有呢，我们也看到你们所给予高中职的一个补助的经费，大概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大概补助的经费里面大概已经达到91%多，那剩下的8跟9呢是怎样？是这些高中是要准备退场了呢，还是如何？我想跟委员再做一个补充说明，是刚刚包含优质化，那因为106年教育的经费，经费编制管理法有0.5%的一个成长，是我想在持续投入对于高中职的优质化，这是一个重要的项目之一。那我想在这一部分呢、也会让现在家长们所期待的，我们在
各区的，所以这些经费都会就会慢慢到位就对了。哎，我想这个一定是一个投资的重点。其实部长，其实可以跟你说，从2010年开始，学生大概是考的这个高中的学生大概31万，到2008年大概只剩下22万，所以我们的学生基本上，我们目前的高中其实都可以满足现在学生的需要。其实你最大的重点是应该是在少子化之后，这么多流浪教师，这么多你刚刚所提到希望教师专业制度翻转教育，你就是应该在少子化之后，不要再减低这个所谓的老师的员额，更扩编制下把这个师生比弄定之后，其实你才有办法让整个部分，所以你会越做越好，因为我们的孩子会越来越少，高中都还是这么多，这还是你，所以你基本上面这一块你的压力已经解除最后一大半。我是不是剩下最后时间来问到一个，今天自由时报有特别讲出了所有我们贵单位的这个所谓的教育部在我们香港地区竟然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部分，所以部长你现在知道这个讯息吗？这是过去完全都是在有关于借名登记的状况之下面让我们保有这样的一个，我相信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其实你应该稍微肯定，即使是登记在个人名下，可是基本上它并没有变卖。那目前为止整个这个时空环境不一样了，请问教育部认为要把它法制化跟透明化，然后把它收回来，你觉得有困难吗？是跟我们补充报告，这是82年确实当时为了这个我们大陆委员会陆委会跟港澳汇报，他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投资。那这个投资啊，其实也是为了能够在港推动一贯的这个校园的一个政策。目前这个资产是依法制化，它是为国有财产所有，目前是这样子，所有的租金也都缴库，那么每年也都会有会计师来做一个查账。所以教育部对于这样的一个处理呢，目前就是维持现状。我想在后面是应该对于这样的资源能够发挥更好的这样的这个资产的效益哈，我想这个是后续要来努力的事。所以目前为止，你觉得这样的处理是合妥适的、妥切的？我想这部分我在更深入的了解哈，因为他目前还是在租约的期间哈。那我想我会跟陆委会还有我们本部的同仁对这个属于我们国家的资产来加以善用规划。是，好，最后我还是要给部长一个很大的一个勉励，就诚如你一刚上任的时候我说，我们历年来第一个从基层做起的一个部长，我们希望你秉持过去在教育第一线的这样的实务经验，能够在这个位置上，特别是对我们12年国教，能够用于你的实务经验，能够降低我们家长跟学生的这个压力。虽然我还是不认为快乐学是一个，你下次应该把它改成经过辛苦的过程，对他的结果他感到非常的快乐，好不好？这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说法，否则你看到快乐学真的部长，那真的叫做安乐死了。好了，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更大的一个期望。谢谢委员指教，我会努力。谢谢。好，谢谢柯委员，谢谢。好，接下来请吴志扬委员质询。主席有请潘部长。好，请潘部长。委员好，部长好，第一次来备询哈，是，我们看一下你的经历哈，89到92年是台北县政府的文化局以及教育局长啊，95到97年是国教司的司长跟主秘，98到100年是国立编译馆的馆长，100到103年是国教院的副院长，103到105年是台中市的副市长。我觉得你在教育的这个资历可以说相当的完整，所以希望你能掌舵教育部，我们希望做出一点实际的事情。谢谢委员。那我现在想请问一下，你知道你为什么最后是不是当选的，或招揽为教育部部长，原因是什么？这个详细的过程可能只有这个新任的林院长才比较了解。因为我觉得很非常奇怪，因为我想大家也有点疑问，因为看前面一直讲，因为蔡英文总统一直讲他教育跟文化，他要找跟产业有连结可以沟通的人，您刚刚的资历虽然在教育方面是非常非常完整，可是我在你这几段里面，我看不出哪一段跟产业有特别的连结，那为什么会后来会本来要传是这个我们的陈良基次长要担任部长，为什么最后一刻会有一个转变由您出现，你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跟委员报告在地方政府又在台中市服务的这个阶段，因为是担任跨局处当然也有接触到
这个有关产学这方面的跟地方的一些产业，不过这个这个基础啊还是相当有限。那我特别要跟委员报告的是，教育部其实是一个团队哦。那教育部啊，包含我们几位次长，还有各司处主管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专长组合。我想作为部长，主要的扮演的应该是一个连线串珠的这个角色，让我们各自，包含我们第一线的基层老师也能够来参与。串珠是吧？是是。那你眼睛要很好啊。不要珠子在那边怎么戳都戳不过去、啊、委员，我会期许自己应该扮演好这样的角色、啊、包含我们很多的相关团体。那我现在要讲，因为之前因为蔡英文总统在很多场合一直在讲这个产业、啊、那边发现次长陈良基他其实是台大有名的技转王，是几乎一半以上的技转都是他把它做成功的、啊、那之前林权部林权院长还跟这个我们陈次长讲说，哎，以他的背景应该担任部长都绰绰有余啊，做一个次长是太委屈了啊，所以这个就觉得让人家觉得很奇怪啊，甚至有人在讲说教育部将来会是一个大次长小部长的一个状况啊，那我就很担心这样子你们两个相处或者你领导上面会不会有问题。我跟委员报告哈，跟我们陈正次长其实从这个人事发布之后，我们一个多月来的互动，其实我们有相同很大的特质背景啊，都是一种比较鸡婆的人，就很多事情来看待，都会觉得。我先点出这个，我每一个部会新来，我就先点他们人事里面可能出现的问题，我先点破了，希望大家不要有心结。是，我们会是一个非常。努力合作的团队、哦啊、也擅自把各自的专长来贡献给教育。Okay, 你5月21号就开了一个记者会讲、啊、了五大施政重点、啊、那本席要跟您提醒，教育的部分我们没有像其他部会那么期待说第一天就要做出什么，第二天就要做出什么，教育是百年大计、啊、所以你不要想学交通部长一直要有表现啊，一直急嘛，然后什么端午节连假夜间要收费，横向国道要收费啊、哦、还有这个花东的铁路购票要改采实名制等等啊、哦、你没有这种急迫的压力，没有那么急，教育部是百年大计，你不要急着表现，不要急着表现，如果你跟次长的关系这么好，你不要急着，你不要担心嘛，不要担心，我希望你要多沟通。刚刚讲，刚刚柯志恩委员讲很多东西，其实啊、哦，你就知道，你做12年国教就知道，家长其实是他最担心的事情，所以跟家长的沟通要非常非常的细密，而且要非常的耐心，好不好？所以一开始的第一次，我就跟你讲，不要急。我本委员会的委员都是就事论事，好，希望你每一个政策。要非常稳健来推动、啊、蔡英文总统选举的时候，当然选举有选举的激情，还有他要给人民一个愿景，但是这些东西没有要你担任的第一天就马上揣摩上意就把它执行下去，还是要仔细的想想看啊。刚刚我随便讲几个啊，第一个，刚才讲的落实12年国教，当然全面免试就近入学，这个是理想，我们也希望这样子。但这个就涉及打破了很多明星学校、明星学区、啊、事实上，我以前在桃园，我也希望大家不要集中在武林跟中立高中、啊、可是这要怎么做呢？其实要非常大的苦心。我就问你，这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教育部有没有勇气把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校长？在违背他自己的志愿的情况下，把他调到最需要拯救的学校，有没有这个勇气？啊，这是第一个。如果没有的话，好老师选好学校，好学校有好老师，那永远大家就会跟着逐水草而居。啊，还有，你要全面的就近入学的话，麻烦先把。高中职全面的优质化平均，包括师资在内，包括设备在内，要不然现在开始你这句话一讲出去，大家一紧张，所有的家长开始要把小孩子
迁籍或者买房子到好的所谓好的学校的旁边，开始会有一个大潮流叫孟母三迁，啊，这个如果你没有配套，就不要讲太快，啊，这个会造成困扰。第二个就是你有讲到要缩短学用落差，要建立一套机制，鼓励高中职毕业的年轻人先到社会上历练一番，然后再进入大学就读。这个好像我们在蔡英文总统的政见上好像也看到，应该是呼应他的政策吧？是不是？这个应该是呼应蔡英文总统的政策。这部分确实在蔡总统竞选期间呢，啊，有提出，也看到让我们台湾呢，啊，希望在学制上可以更加的有弹性。好，那我就要问，那你讲的这句话有没有扣到蔡英文总统讲的？他希望十八岁的年轻人可以先工作再进修，由政府设立教育专户，啊，政府雇主和年轻人都拨款，那几年后这笔钱就可以成为教育经费，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是你刚才只是讲一个概念，有没有要实施教育账户？是，我跟委员报告哈，因为这样的方向，其实我们目前这个也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哈，有机会，但是毕竟这是非常的个别的学校哈，有召开这样的一个班级。那我想这个制度啊，我也跟委员报告，我想委员让我把它讲清楚一下哈。我时间，这是我了解。我先提醒你，对，我想这个要注意几个事情，是考虑一下。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啊，但是我就是要把一些考虑的事情跟你讲。是，谢谢。高中毕业的学生他能领的薪水的层级，哦，另外就是出了社会以后跟他在念书的时候消费可能会大量增加，哦，然后因为你有在工作，原来家里或父母对你的资助可能就减少，这几个因素加起来的话，到底这个所谓十八岁先休学，哦，先不要上大学来存钱，工作存钱的人，他到底有多少能力可以存钱？你们要评估，要不要反而变成造成他们一旦下去工作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这个你们要注意。好，这个政策不错，但是你要考虑这个。第二件事情也是跟这个教育账户有关的。好，蔡英文总统有讲到为经济弱势儿童设立个人账户，帮他们存钱啊，每年存15,000元啊，政府拨15,000，家长跟社会另外帮助15,000元，存到18岁，这样大概会有54万，对不对？18×3万嘛，54万应该可以够他们念大学。这个想法也很有创意，说实在也很有创意。但是你要看看一个弱势的家庭，他一个月啊，有没有办法？他有没有办法？不是一个月。每年有没有办法筹15,000元放在这个户头？如果没有，或者是勉强有，如果他在小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他家里有急需，可不可以从里面先拿出来应急？所以这个你要设计啊，这个是像一个叫信托基金一样，就是一个 trust fund。那这 trust fund 里面怎么样可以用这个钱？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要不然这些原来很好的构想，如果你设计不良，啊，他操作起来只是大家都劳民伤财而已。好，所以这些我都给你一个建议。另外我还是要讲这个体育的部分，哦，我讲体育的人才最近古今水不幸往生，哦，我想蔡总统也特别去看，林前院长特别讲说，希望能够研议学校体育班聘用专任运动教练，哦，我想这个只是一部分，我大概简单很快速，因为时间有限，我跟你讲，体育人才的用有好几个层级，最简单的层级就是你政府马上可以控制的，就是在体育教练、体育选手、体育场馆这个部分里面让他们有职务，但是这个是非常小众的。第二块就是依照国民体育法里面，机关、行号、企业员工超过500人的，应该聘请运动指导人员，请你落实这一项法律的规定，就会有蛮多的。但是这一项过去里面啊，这个体育人才到那个企业还是外人，还是被那个企业当作外人，这个是第二块。第三块是怎么样？要辅导念体育的人或选手直接到企业里面就任职，他是企业的人。
那最近就像以前和库啊、土银啊这些选手一样，那现在有竹科很多的企业，他们都愿意，他们觉得学体育的人只要给他适当的职业训练，他做的比其他非学体育的人有抗压性啊，又非常的乐观健康，他们觉得有这样子的人放在公司里面是一个很好的催化剂，整个公司气氛不一样，他不再把他当作是一个外来的人，他是自己人。最后一块就是第四块，就是我希望教育部认真看我们的运动产业发展条例，里面还有一大块就是这下面那块，有好多民间部门和这么多的产业都需要有体育的人来参与，这一块用心去扶植的话，他们还是愿意在自己比较熟悉比较专业的领域来发挥。我想这一块国家的产值也很大，所以我一直觉得每次体育署变到教育部以后，体育的项目一定是摆在最后一项，大家看一下你们的这个报告，只要是这样一定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到底体育署并到教育部是好还是不好，所以我个人认为体育署过去因为是署的层级，大概也做不了什么事，主要是培养竞技为国争光。到教育部以后，教育部当然是教育是他的在行，主要是推展体育教育，但是还有真的很多全民体育跟运动产业这一块根本你们无暇他顾了。所以我反而觉得如果国家你们与其在行政院搞一个什么，又叫一个政务委员在那边弄一个什么运动什么，那叫什么运动咨询运动发展推动委员会，推动委员会与其到时候又被人家讲这个是黑机关又没有预算，那干脆我觉得体育可报要自己成立一个部比较适合。谢谢。好，谢谢委员的指教，谢谢委员，谢谢。好，接下来请苏巧慧委员质询。主席，我们请部长。好，请部长。苏委员好。部长好，第一次站在质询台哦。那其实部长是国教体系出身，而且对这个教育行政其实非常非常的熟稔。那你在这个上任刚开始就举行了记者会，其实已经把你的施政理念说明得非常清楚。所以你刚刚在的提到说，我们未来施政的理念，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会用国民学习权来替代国家教育权。这个理念其实本席非常非常的赞同，因为未来的世代、未来的时代，确实就是要能够用这样子的教育理念，才能有培养应付新时代的人才。这个本席是非常的认同。那尤其呢，部长你也在的提到说，未来我们会有这个适性发展、尊重多元。那刚刚虽然柯委员说历任的部长呢都是讲一样的事情，但是我对潘部长你是有信心啊，毕竟你从基层出来。最能够理解我们一路从小学、国中、高中到未来的高教，我相信人才的培养，这个部长，你今这一次的机会，正是你把多年的历练化为这个实践的机会，所以我们都对部长的期待很高。谢谢委员，部长要加油，我会努力，是部长要加油。那既然对你的施政理念我们有清楚的理解，而且原则上本席都赞同，那我想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谈具体的施政细节。那我除了呢想要谈这个有形的硬体设施，也想要谈谈这个无形的教育观念。那我想第一个我们就来谈这个硬体的部分。部长知道今天很热那我们这个坐在这里面，其实冷气在吹都没有感觉，甚至部长也好，主席也好，各位同仁也好，很多都还是穿着西装。但是部长知道今天几度吗？应该有超过30度，超过30度，32度，体感温度，大家可以现在那个手机拿出来看看，体感温度甚至已经到37度了，而且未来这个气候还会继续下去，这个整个礼拜都是这样。那刚刚呢，吴志扬委员有提到说，哎呀，我们的体育政策非常的重要，部长你这边也有提到说，我们会加强到全民体育。那部长觉得这样的天气适合在户外上体育课吗？跟委员报告我想因为体育课
确实是尽量让学生有尽量活动，包含出汗的机会但是也要考虑到现实的天热。嘿，我想这个气候的状况应该要学校比较有弹性的来做这个处理。署长不用紧张啦，没有要问到你啦。其实我要谈的是设备啦。确实现在的气候确实就是变迁，所以我们都必须应付这样的世代，包括软硬体都应该要有。那部长，你在施政的报告当中，你有提到均优化优质的中小学硬体设施，其实学校的建筑设施，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去做的哦。那所以从这个均优化也好，去加强中小学的教育措施设施也好，从在加强全民的体能这些方面来讲，我其实可以归纳到一个很小的结论。部长，你在第一线出生，你一定看到其实全台湾因为区域资源的不同，这个学校的硬体设施其实落差非常的大。不要说是台北和南部的差别，甚至是我的选区树林莺歌新庄就好，其实我们的学校非常多都没有空调设备。那气候现在是这样，我们的孩子，我们坐在这里吹冷气，我们在进行这个国家施政的质询争辩，这都没有问题，很好。但我们的孩子现在正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他的学习效果会好吗？这个是一个问题。再来是有些人孩子有空调设备，有些孩子没有，那这样公平吗？那再来更进一步再讲的就是说，不要讲空调设备，我觉得空调设备真的还可以再讨论，但是更重要的是风雨操场。风雨操场这个部分其实真的不是只有雨天才需要用到的，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在户外能够有活动的空间，在这样子的要求之下，其实大热天也是需要有啊。所以到底哪一些学校它需要有风雨操场的设备，这个部长我其实可以建议说，真的是要进行全国性的普查，然后资源的分配真的要重新调整。因为不只是我刚刚提到的新北台北的落差，甚至是连台北市内也会有这样子的差别。我相信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到好的学校去，这个好均优不是只有师资啦，硬体设备其实家长也会非常的考量。所以这个是本席提出第一点，希望部长这边能够参考的，普查全国的中小学的设备是不是能够应付现在的环境变迁，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就来谈到无形的课纲，无形的教育观念的部分。那本席想跟部长讨论的是课纲。部长一上来就已经提出说，我们因为修法，现在我们的课纲审议已经法制化了，有更公开透明的机制，这点本席也非常的赞成。不过部长，如果要能够做到你提到的说以国民学习权来替代国家教育权，我觉得我们的路要走的还很长我想让部长看看我们几个国家国外不同的例子，同样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的课纲是怎么写的。我们 PPT 你看第一个，我们这个台湾的历史课程我们在谈到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非常详细的在讲述这个从国际对抗到战争爆发然后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过，一直到俄国革命和共产政权的建立，然后简述俄国两次革命影响，说明史达林的集权统治及其影响，包括大整数等等，这是我们的历史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课纲。好，那同样是在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比如说澳洲，同样讲到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课纲是说，这个年级要深入学习的内容包括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澳洲和亚洲的关系，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再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课纲，这更有趣了，他的课纲更软，他写的是课文内容必须能够解释支撑第一手第二手的历史文献，必须厘清历史事件的关系，然后学生必须有能力判断课文中的语词意义，并讨论作者使用这些词语的意义，平息不同文献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力，如果我们的课纲是要求学生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其实过往一年我们的课纲争议在社会上不会这么沸沸扬扬。所以我在这边这样举三个例子，我想请问一下部长，你觉得这三个国家的课纲你比较倾向哪一种？你的态度是什么？
是我跟委员报告哈，谢谢委员为这个整理这么好的一个参考的资料哦。那么就我们国内而言哈，确实我们务实面对的是，因为现在不管升高中或大学，我们还是有一个大家一直在关注的哈，那么考试，那这个考试啊的命题啊，基本上目前课纲是一个依据哈，那所以也为什么说我们十二年国教或未来的考招是应该逐步的让。这样的一个基础啊，可以尽量不要成为唯一的餐具。所以以目前来看，课纲应该从简化哈这样的一个方向。十二年国教课纲从总纲的这个研拟里面呢、啊，也更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希望我们属于基础必修的能够逐步的来减少，但是呢，能够给予更多啊弹性选修的这个机会。这个也正是。逐步的迈向让学生有更多自主学习或这个探索专题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刚刚我也提到这几个课纲啊，我们就发现我们非常的不同，应该要稳定逐步的往一个更简化的课纲啊课程，让学校跟学生啊有更大的学习空间。所以我可以简化并理解部长的意思是说，由于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毕竟还是有一个考试的存在，所以课纲要全面性的变成柔性的，只是一个引导的架构，这暂时还没有这个空间。但是未来我们确实会朝着不再只是由国家灌输国家想要让学生知道的知识，而是如同美国也好，他是要求在课程上的内容是能够让学生掌握这个能力，像澳洲一样也好，是引导学生来认识更大的世界，这样来发展，这也是部长你的希望吧？是，我们希望真的让台湾的孩子是有逐步的来往一个更不管跟生活结合或一个更有他自己想要去学习的空间。好，是部长，我非常认同哈，我相信我们都是希望能够让学生未来更有思辨能力这样的方向在进行，所以这是我们未来对未来的期待，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做。但是除了教科书，教科书的内容，我是觉得除了文字之外，其实文字以外的项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呐。那这个未来课纲扮演的角色哦，我相信在文字的方面，刚刚部长已经有提到说，我们是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空间来认识这个世界的同时，我想今天还要谈谈的是，还有教科书的审定，也就是对于它的内容哈，这个图文编排美感教育的部分，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教育部很可以琢磨的部分啊，因为我们一样来看看其他的范例哦。部长，这个是美国的课本，你一看你知道这个是在讲什么吗？其实他是在讲张骞去西域的故事，他在美国的课本在认识中国的历史。那我们继续往后面看哦，这个呢一样，这是在讲乡村，这是低年级二年级的课程哦，他在讲乡村和城市的差异，你透过图你其实很能够理解这样的状况。那我们接下去再看，这个是空照图，实体照片图，它也一样呈现在课本上面。那有更多的这个，我们可以加快速度哈，往后面。这个看起来很像漫画，这是日本的教科书，它在谈的是森林的保育，那人能够认识更多动植物的生态。所以其实图片、图文、图和文是同等的重要的。那我们是不是有空间在教科书的审定上面，让图也变成是重要的呢？因为我才看过。我去遍查这个审定的资料，在97课纲的时候，在审定的时候，其实审议委员就图的部分，他其实是完全没有琢磨的。哦，因为现在我只剩下一分钟，所以我必须讲快一点。我要讲的是说，既然他对图在审定的时候完全不重视，可是教育部有一个规定呢，他却是在这个教科图书审定办法中规定了，送审的书稿一定要美工完稿，彩图还不可以黑白代替，而且你光是修正插图。就按照规定要等两年后，一个书出版两年以后才能够再次申请修订，然后还要跑一个完整的程序。所以出版商并不是不想要做出更能够有美感更丰富多元的教科书，而是教育部的规定太死。所以本席在这边主张的是呢，既然我们十二年国教在107年要上路了，
包括课程的内容以及这个审定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觉得部长既然有心要变成是国民学习权，其实有非常多的美感是可以去琢磨的。我觉得本席部未来呢，一定有相当多的部分还可以跟教育部互相来讨论。谢谢部长。好，谢谢委员。好，刚刚很好的指教，我们来做这方面的努力。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吴思瑶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好，有请潘部长。好，请部长。委员好。部长早安，大家辛苦了。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攸关台湾的整体国力发展。蔡英文总统抛出的一个最新的外交战略，最新的经贸战略，就是新南向政策。而本席看来，事实上新南向政策是成是败，其实教育扮演非常非常关键的角色，甚至我要说，蔡英文总统提出来的新南向政策，不只是外交，不只是经贸，它更是一个教育的新战略。您同意吗？完全同意，是。所以我今天的破题就是新南向政策全面启动，教育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我先问您，为了因应这个整体的全新战略，在总统府，蔡英文总统也成立了一个新南向的办公室，希望从组织结构来引领，作为整个政策推动的引擎。那我想先问，在组织的部分，教育部现行针对各国留学，确实是有一个这个叫做精英来台留学办公室。我们在组织结构上有没有思考因应新南向？我们有新的做法？是部长。是，谢谢刚刚吴委员的指教哈。那么确实，新南向的政策啊，是一个整个以中央政府哈、国家层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各部会都要滚动。那教育在这部分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好，那组织上我们有什么对应的新做法？有没有？有或没有没关系。如果目前没有，你可以说我们去努力。是。我跟委员报告哈，当然这个新南向政策的这个专案办公室，因为教育也是重要的成员之一，未来也会有成员在这个行政院的这个专案办公室。您有去新南向办公室启动了吗？您有没有被去？这个他们正在筹组，正在筹组。那另外教育部本身，那您有确认教育部绝对是当中不可偏废、非常重要一个部会会拉进去吗？对不对？我想这部分不管行政院的考量或教育部本身来讲，因为这是一个要连结整个国家多面向的政策哈、来共同做这个发展。那至于教育部本身我想国际司这边我们也特别也开始在做这样的准备哈。所以可能会有一个因应的教育组的组织架构来引领整个新南向政策的国际教育的东协国家，目前也往这个方向来筹备，是相关的一个新的做法，很好。组织先行，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位于高位的组织，才象征教育部准备好，我们也要动起来。这是开宗明义，我期待有这样一个新的办公室，而它不是叠床架屋，不是为了新南向而新南向，它必须有具体的作为政策规划。好，下一页。部长，台湾的亚洲境外学生在台留学或是研习的人数，时间的关系我都替您整理好了，谢谢。过去外籍生的人数真的有成长，我们勇敢的去向国际揽才。目前我不算侨生，只算外籍生，有大概95,000多人，而当中，这是亚洲哈，95,000多人，而当中，中国学生是占58%，是55,000多。而我今天关切的，也是蔡英文总统非常关切的新南向的东协国家，只有26,000。换言之，整个亚洲境外学生来台留学的人数只有27%。可以再努力，应该再努力。下一页。
而我们看到新旧政府的交接，当然这一块可能是陈良基次长会 主导比较多，但是旧政府也说新南向过去我们教育部就在做了。我想问一下，您所理解的旧政府做的新南向的政策教育方面的配套有什么？有什么？是，我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就像教育，包含我们说南向的这个政策啊，其实它也是一个延续，只是说在过往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更加的来做突破？那我想，因为刚刚这个我们不管这个我们中国籍的学生，或是这个我们南向东南亚的这些学生，都可以看到，这也是过去努力的一个成绩。部长，你拍摄供啦，你做人吼做忠厚老实，旧政府是有在做，但做的不够多。我就要求新政府上台，新南向又是我们这么重要的政策，我们绝对要做更多，而且做得更好。我们看下一页，这是我整理出来哦，东协与南亚国家，当然包括印度很重要，南亚国家的大专生来台留学研习的人数，最大宗扣掉中国10000，其实马来西亚很强，将近5000。接下来印尼4300，接下来越南4000，再来呢印度也有1000等等，就是东协国家。我也看到旧政府确实有到东协国家去办一些招生的宣导会，这几年陆续去了8个，应该是19个城市，有去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越南，但是很多国家北丁北当。没有动静。譬如说去年我们教育部花了一笔钱到前进柬埔寨去招生宣导，我非常支持，因为你从表格上看到柬埔寨来台留学的学生只有4个个位数，更艰辛的国家我们都该开垦，我支持。那我期待去年我们去招揽学生这笔钱花得值得，我会看今年柬埔寨是不是有一个具体的指标，我要以这个做提示，也就是说我支持，我也知道你们会积极的更往更多的东协国家去做招生宣导，提出很多的诱因，但是就希望能够符合我们经贸发展的需要。有一些国家也许到饱和了，是不是另辟生路，这可以你们全面去思考。来下一页，而这个是目前我们提供的跟这个 ESIT 联盟提供的各项奖学金，欢迎东协国家的学生来就读。我简单讲重点，部长，不够多了。如果我们要更积极的去拥抱东协，前进东协，这有20亿人口的新兴市场，我们现在只有越南、印尼、泰国3个国家有提供奖学金，甚至是机票补助、生活费补助。而你们一个新的叫做阳光南方奖学金计划是没有机票跟生活费，你们应该扩大研议，大方的给诱因，大方的吸引人才，大方的让东协的优秀人才走到台湾。奖学金一定要全力去检讨放宽，我想教育委员会、立法院全力支持。好，下一页。而这个部分是一个附带提醒，我们教育部跟中央政府其他机关联合去访视侨生的来台留学的一些生活座谈，其实侨生提到的问题大概是什么，也就是港澳地区的学生居留证效期是3年，他们希望能够4年，来念一次大学是4年，为什么你一次给我3年呢？这是不是能够跟内政部的移民署去洽商？好，这您的事情哈。其他港澳生一次可以来3年，其他如马来西亚其他国家一次它是1年1000、所以很多学生说我们为什么跟港澳学生的居留证期效期是不一样呢？能不能够比照港澳生一次合给3年，甚至就是4年，让他的学程可以连贯，让学生在这里专心就读，不需要为了他的居留、他的签证在那边伤脑筋。这个要跨部会去研商，这也是工作，放宽必要的就学居留的规定，你也记起来嘛，好，下一页。我刚刚论述的都是
吸引人才、揽才。我现在要说的是，台湾学生走出去，台湾学生应该积极走向东协国家，这才能够跨越那个文化的障碍，让台湾的精神、台湾的产业主动走出去。而我很快的跟您说，我整理的资料，台湾学生出国留学东协国家少之又少，以全国的布、全球的布局来讲，总出国人数英美占最高，而东协国家只有263人，不到1%，只有0.7%。我这还到哎，小英的新南向政策，台湾学生走不出去，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困境。全球的台湾生留学东协国家，不管是东协加一加三，都只有不到1%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状况。好，看下一页，我具体的整理台湾学生到亚洲留学，这个数字一样很震撼。我们亚洲留学还是以留日最夯，进来去澳洲当然也算，然后广义的亚洲，去韩国也越来越多，重日韩轻中协。亚洲生台湾学生去留学总人数9934人，而去东协国家的只有22%。小英的新南向政策是成是败，我很担忧。再用数字来提醒您，好，下一页。而这个也是关键，奖学金，奖学金，学生需要政府的辅助，拉他们一把。目前我们提供到东南亚进行东南亚经贸议题研究的奖学金只有一个，报告部长，只有一个，而他适用的国家有4个，可以去澳洲，可以去美国，可以去英国研究东南亚，而真正的东协国家只有新加坡，你有补助，这样的奖学金制度很有问题。我们鼓励学生去研究东南亚政策、政治、经济、文化，结果适用的国家只有新加坡一个，太少。一样是重欧美轻东协，赶快拨跨网。我看你很认真做笔记。好，最后一个，下一页。我自己学外语的，我大学双修西班牙文跟日文，我深知一个语言进入一个文化的门槛多重要。很多外语学系的校长院长在说，全台湾大部分的语言科系都是英语系，包括欧语也有，法语、德语，当然日语系很多，东协的语系只有一个。你知道哪个学校吗？高雄大学粤语组，越南语。有一些学界在建议我，教育部应该把现在过多的英语系砍掉，砍掉20-30个都可以，赶快把英语外，对不起，外语的教学强化东南亚的语言。我想这也是提醒，我今天第一次都是先礼后兵，以后我就会强力追踪。好，最后一页，对不起主席，最后20秒哈，最后一页，对不起赵伟。新南向政策台湾能不能4件事，第一件事情，在国民教育上，你们现在在国教里头也扩大去设东南语文的文学语文跟文化课程，这非常好，不限新住民而已，一般学生都学，这继续做，而且要扩大。高教的部分，就我刚刚说的，松绑一些外籍生来台就学居留的限制，这个是要跟跨部会研商，然后扩大举办设置东南亚相关文化语文研究的系所，这是高教。当然在交换教育奖学金上，该放宽就放宽，不管是吸引人家来或鼓励我们的人走到东协国家，都应该广设这一类的奖学金，该大方就大方。最后一项，你自己的报告有写，我们要鼓励高阶的学校教师或官员来台就读研读培训，这是唯一一个。我很遗憾，新南向政策今天你的教育部报告一页一页，我不忍苛责，第一次，但是小英这么重要的外交战略、经贸战略、教育缺一不可，您每一项都记录下来好不好？我们后续再做讨论。好，谢谢部长，不好意思，时间有限。谢谢委员指教，谢谢。好，我们谢谢吴思瑶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黄国书委员。
好，谢谢主席，请潘部长。好，部长。部长，我先赵薇好，是几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了、啊。现在很多的大学希望调涨学费呀、啊，这个问题教育部可能需要有一些立场跟说明哈、啊。那教育部因应这一波调涨学费这样子的要求，部长你的意见呢？我想跟赵薇做一个报告哈。那么因为教育部目前有一个因应。这个各大学啊，如果要调涨学费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审议的机制哈、哦，也有一个作业的起程。那这部分，尤其是这个审议的机制里面呢、啊，也就是希望能够从学校它这个整个财务的透明哈、哦，以及这个助学的实质上的绩效跟这些财务啊，怎么应用在整个办学的绩效上面去做这样的指标。那当然，这个审议小组的组成里面呢、啊。也都包含了学生、教师跟家长还有学者专家跟公正人士来做一个审议。好，那基本上我想，因为整个经济整个目前啊就业的情况啊确实是很严峻了、啊、我想教育部会依照这样的审议机制啊，对于学校所提啊会严以来做一个把关。是。所以照你这样讲，简单的说，就是你认为可以有条件的来调涨学费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应该说在这个机制里面其实是学校必须要充分具足。如果审议通过，就是会接受调涨学费这样子的要求吧？因为目前正在这个提醒啊，这个阶段里面呢、啊、也发现有些学校其实很多的不同的意见啊，教育部都会将这些相关的声音啊应该在审议会里面啊来充分的加以审核。部长，这个是你马上这几天就要面临的一个压力了。过去我们在教委会，其实我们已经挡很久了哈。那这一次，我希望教育部还是有一个，希望你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立场的说明，到底适不适合调涨学费？调涨学费的标准，校园各个学校如何去处理调涨学费的机制？啊，这个部分我想请教育部要把这个立场说明清楚。另外，有关于大家关心的免试入学的期程。你当然也说了啊，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大概什么时候要来实施免试入学？配有十二年国教嘛。是，我跟委员报告哈，那之前不管在记者的说明会或我所呈现的这个市政的报告里面呢、啊，我也特别提到哈一个很关键，台湾这些年推动十二年国教，我们碰到一个很大的瓶颈，就是当相关的配套或累积过去的这个资源之下还不够完全具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个时间点去做了一个要求，反而把所以没有具体的期程嘛。哎，但是我比较期待的是透过现在稳定的这个机制之下我们再往前走。好好，我了解。所以免试入学一个理想，但是还没有具体实施的期程，但是会往这个方向来努力，是是不是这样子？好，我帮你说了。我们现在就逐步向前行。那这段期间，很多的疑虑，各界的疑虑，当然要想办法去取得共识了。包括很多人担心，是不是会影响台湾的精英教育？这个部分，我想教育部可能也要清楚的立场说明，我们如何在免试入学实施了以后，又可以顾及台湾的精英教育不会受到影响？希望教育部可以提出对策，好不好？好，我今天想要了解一下哈，部长，其实你从基层一路走来了，也算是教育的长工了啊。你上任部长，我看你处理几个事情是很明快的啊。你遵守了遵守了立法院的决议，你废止了微调课纲，让争议多时的课纲微调案终于可以落幕了，很好。当台湾各界大概也都平息了这个争议了哈，有的话大概是课审制度还有一些争议啊。结果在这个时候，对岸的国台办啊跳出来讲话了。国台办怎么说呢？他说，废止微调课纲，必须要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也就是说，教育部你们要后果自负啊！天哪、啊，我想要了解一下。对岸的国台办凭什么讲这样的话？凭什么？
国台办是我们教育部的顶头上司吗？是吗？部长。我想对于103课纲微调的这个处置，我想对于委员刚才也特别提到，是因为在整个研修的过程，它的代表性还有程序上，我想这一部分啊，应该才是我们特别关注。那么在大院的这个决议后，那么教育部啊来遵循这样的一个决议啊，做后续的处置。我想这一部分事实上我们也希望未来整个台湾在课纲的发展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好法治的这样基础。我想问一下，对岸的国台办是我们教育部的顶头上司吗？是不是？我想是不是？我想我们是中华民国，那我们在整个处理这些上面是从专业从程序从法治面来做这个整个这个课纲的一个处理。我再问，那对岸的国台办凭什么身份、什么角色，可以来干涉我国的教育政策？凭什么？我想这边跟委员报告，他是什么身份嘛？什么角色嘛？我们在课纲微调的这处理，其实就整个台湾来讲，我们更可看到的是，为未来整个课纲的发展建立一套的法治的制度。好，部长，我这样问你好了啦，那你同不同意对岸国台办这个说法？我想不同意。我们应该说，台湾在处理这一次不管课纲微调的废止或建立这个法治啊，那是我们自己长远永续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嘛。我们自己的事嘛。他说后果自负，有什么后果？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废止了微调课纲，请问会有什么后果？部长，他说后果自负啊，会有什么后果？我想在这里跟委员再补充报告哈。那么课纲其实是一个长永续延续发展的一个历程哈。那么即使我们说现在废止103微调课纲，因为程序有问，但是101的课纲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可以再来做讨论。部长，你讲的这些哈，我们都努力好久啊，你知道经过多繁复的程序啊，争辩多时了。可是人家国台办不管你这些呀，叫你后果自负，我现在就不了解会有什么后果。好，再来，自负是什么意思？我们定的政策当然是我们自己负责啊，难不成要叫国台办帮我们负责吗？所以这个后果自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嘛？什么意思？坦白讲，部长你不好意思说，我作为一个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召集委员，我没有办法接受国台办用这样恐吓的言论对我们的教育政策指指点点。我的立场是这个样子，除非除非他来参选立法委员啦，他们派人来参选立法委员啦，然后在国会殿堂里头发出声音，不然他凭什么角色嘛？好，我再这样问你好了，部长，面对国台办这样子的恐吓的言论，你会不会收回成命？你现在已经批出去了嘛？我跟委员报告哈，那么我想，因为大院做了这样的一个最高民意的决议，那我想教育部尊重我们立法院的这个决议啊，那么在课纲依程序来进行，这个微调课纲依程序来废止，往后更重要的，我想大院这边呢也修改了这个修订了高级中等教育法，那么对于法制化的课纲审议，是我们当前往下要来努力，在这里也要特别请大院委员啊，在后续的整个法制委员会的这个课审会的这个制度上面也能够我们共同来努力加速，能够让我们的课纲后续的发展能够更如期的来实施。你现在把微调的课纲废止了吗？我现在问你说，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恐吓，然后就收回成命？会不会？不会吧？我想跟我报告，我们依程序来进行后。往下是要来为107课纲来做审议的工作，是当然啦然后未来制定的政策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会依照既定的这样的，在包含立法院的决议跟教育部的整个政策来往下依序来进行。好，部长，今天媒体报道了我们教育部有海外投资，是民国82年。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了不了解当时投资的背景？那现在有4个董事的席次，
这四个董事的席次啊，分别是教香港教育参事许瑞红，还在吧？还在。一个是教育部的主任秘书王俊全，王俊全现在离职了，对不对？担任参事，他担任参事，本部的参事，他还在教育部担任参事。好，一个是张拱兴，还在教育部吗？还在吗？他退休了，哦，他我同仁给我的资料，他是我们前会计长，前会计长，他退休了。还有一个是太平洋执行长。好，我想请问一下，目前这几位董事有可能他们都会离开教育部，有一天他们不再具有教育部官员的时候，请问这些以他们个人名义在海外资产，香港政府当然是认定这一些个人的名义，我们当成国家的资产，香港当成是私有的财产。我想请问一下，一旦他们离开教育部，他们不再具有官员身份的时候，这一些海外的资产是属于私人还是国家的？我跟委员报告，那就同仁这边所提供的资料，这四位是董事，那有关荃湾的这个校产目前是登记在我们国有财产，所有的租金也要纳库来做处理，所以我想目前我所了解到的情况，至于这个本案后续我想我会更深入的来了解。这个租金所得缴库有缴库，是是，然后有列年度税入，确定？确定？真的吗？你确定？不可以糊弄哦。是是，那你们我想这个同仁有提供那你要提供佐证出来哦。是是是。那我想要了解未来这些人都离开教育部了，那你怎么处理？你怎么处理？这些人离开教育部了，财产是他们的，你总是要处理嘛。所以建立制度是一个必要的程序嘛。一旦他们要离开教育部的时候，董事长要换人嘛？像今天王俊前，他现在王俊前现在还在教育部吧？对，担任参事。我想他们他现在在参事嘛？这些同仁应该会职务来同，因为他是代表，他是代表吧？是，对。那当时他是因为他是教育部的主任秘书，所以我们才给他那个董事的名义嘛。那他现在不是主任秘书了，那这个个人的名义要不要换人？我想这些作业程序，我来跟秘书处还有国际司这边来共同做一个研商。好，我再了解。你们可能还要再去了解一下，也许教育部还有非常多笔海外资产还有很多。然后这些海外的资产目前的状况为何？有没有投资超越法令规范的事业？投资有没有所得或是亏损？何种名义是不是可以请教育部有一个说明如果可以书面的话最好。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可以法制化、透明化，教育部未来的海外资产是不是都可以经过一个程序让海外资产变成是一个可以让大家监督的制度，可不可以？好，这部分我们来整理详细的书面资料再提供给我们委员会来做委员来参酌。好，是，谢谢，谢谢部长，谢谢。好，我们谢谢黄委员，我们谢谢部长，我们接下来请张廖万金委员。是，好，主席好，请潘部长。好，请潘部长。张廖委员好，是部长好。我想你是出身台中了，所以我想我们委员会里面有三位台中出身的教育文化委员，所以我们在质询的时候，我们当然对你有一定的了解了，你在这个相关的国教背景上应该是非常的专业，而且对行政的程序也非常的熟悉了。不过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我想小英上来之后，很多新的民意对他有所期待，包括很多教育上的一些宣示。那像你上台之后刚开的记者会里面，对这个课纲微调撤销或者这个小英总统宣誓的18岁先入职场再升学，或者建立这个教育账户等等，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刚才说实在，刚才国书委员赵伟在问你说，国台办对于台湾新的政府撤销微调，撤销这个课纲微调，你认为恰不恰当？我觉得你都不讲。我可不可以再问你一次？你认为恰不恰当？
跟委员报告，我想任何他们去表达的这个意见，我想最重点是我们目前，你认为恰不恰当？这个、你身为中华民国的教育部长，是国台办这样的讲法，说我们后果要自负，这种讲法会恰当吗？这个还需要，我想不管是哪一党的哪一个颜色的，我想对于国台办这种讲法大概不会有人接受吧。是，那我跟委员报告的是我们在整个政策的推动跟执行上也是在我们这样的既定目标在往前走了，对吧？我想这个，但是我们直接委员问你的是说恰不恰当嘛？那我觉得这个有什么好闪的啊，部长？没有，我跟我这没有，我是在一直在表达课纲微调我们的处理，还有未来在整个课纲审议的这个法制上哈，我想这是我们非常我相信我了解往下走的整个重点。你对于这过去我们公民团体一些学生对于这个课纲制定过程的这种微调的黑箱作业、洗脑课纲的反对等等，我想我们撤销了。但我觉得国台办这种讲法，我觉得你就是我们，我想就是不恰当嘛。然后照我们的程序走嘛。我想这个没有什么是没有，我跟委员表达争议的啦。实质上也是在往前走。对，我刚才一直听，我就想奇怪，你怎么都没有回答不恰当这三个字，有那么困难吗？我想再接下来再来请教部长啊，部长，我想。对于新政府的教育政策，大家都非常重视。刚才委员提到了小英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我们在教育方面怎么样的配合？然后我们也提到了很多，包括十二年国教，我们现在要落实所谓的免试入学这样子遇到的一些困境，或者将来的进程如何稳健的改革，让家长不再这样子在政府的摆荡的政策中焦虑不满，甚至走上街头。我想这个非常重要。但小英总统上任之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包括高职生，我们高职的毕业，部长你知道，我们高职的毕业生直接就升学了，有多少你知道吗？大概八成多，超过八成。我记得我在教育文化委员会里面在质询的时候，我也提过，在我们那个年代，大概三十年前，高职生毕业之后升学的，部长你有资料吗？没有吧？那时候才10几%而已，是12-13%而已，非常少。大部分大家就是在当兵前有2年的时间或3年的时间先去职场工作，当兵回来之后，他可能会去报考这个四技、二技或者所谓的这个三专等等这些专科学校。可是现在过了20年、30年，我们走了教改这样子的一个路，然后把很多的所谓的专科学校全部。包括甚至有些高职学校，它也都转型成为科技大学。那有八成的原来在技职体系的高中的毕业生，居然都选择了升学。然后现在小英总统提出说，其实18岁之后我们可以寻找兴趣，先到职场去工作。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的宣示。很可惜的，我在我们部长第一次的这个施政理念跟政策报告里面，我看不到。一章一页去提到这个政策，所以我在这边我要花一点时间来问一下部长，关于这个政策的落实。其实我4年前曾经有机会我到美国去访问，而且针对教育的议题，我想美国人他们在高中12年，在高中以前的教育，它是一个义务教育，我们的12年国教并不算是基本的这个教育，但不算义务教育。那我们现在他们在升学的要进入大学那一段，很多美国的青年他们选择去壮游、去打工，甚至停起来去想想他摸索他的志趣。可是在台湾现在有80%的高职生大概不会去想，直接就升学了。那我们在小英总统这么重要的一个政策的这个宣示，我们在部长的第一次的施政理念报跟这个政策报告里面没有看到。那部长你个人认为要落实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必须要做怎么样的配套？是，谢谢委员指教，跟委员报告，可能所写的内容还不够，没办法做到那么详细。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在书面里面，这个对于台湾目前提到高教学用落差，对对对，我们在讲这个东西，这非常重要。是，我想这一部分在目前我们对于这样希望对于尤其是青少年青年在高中只毕业之后如果他个人有这样的意愿，我们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这个机会。好，我现在提一个，我想这个也不是
很新的想法了。我想很多在美国留学或者在那边接受教育，或者当年在教改的时候，大家都提过，说我们台湾很奇怪，就直接就一直念，念到最后大学四年毕业之后，哇，发现念的兴趣不合，进入职场也是学非所用，啊，那部长你知道我们大学毕业生之后，真的毕业之后进入职场是跟他所学相关的比例占多少？有没有资料？是有没有资料？我们的师长有没有资料？幕僚有没有资料？我希望你们应该做好调查，要落实资料一定要有。我想不到两成、啊哦、我曾经看过的资料不到两成、哦、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啊学用落差。那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要鼓励年轻人找兴趣，不是一直考试，毕业四年之后发现失业了，找不到兴趣的，或者转业，或者转到他的兴趣的其他行业去。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观念不是新的，在台科大，台科大在两年前，他们的廖校长也提过，说他们曾经鼓励孩子哈，其实即使考上了台科大之后，哎，先去工作，让他学籍保留，先去工作，嗯，那这段期间他也可以回来看一看，在一边工作一边也看一看，说，哎，他考上的科系在教什么，他可以去学一下，了解一下，看他的工作职场跟他的这个学习的有没有问题，那他可以有一些选择。可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哈，我跟部长讲很残酷，连续两年台科大给他们的全台首例哦，给他们的新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选择哦，只有两位学生，在1000个学生里面，新生里面只有两位学生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哦，所以我想像这种他用保留入学资格的方式来让孩子有机会选择，都遇到这样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在18岁他毕业之后是先入职场再去升学，那部长你有没有思考过我们要在制度上要有多少的改变，或者说就现有的制度上已经有什么阻力我们必须要去突破？是，我跟委员报告，目前这个部分一方面当然能够有更多的激励我们的高中职学生是有这样的意愿，而且他的方向可能职场是一个方向，对，再来还有甚至到国际去做体验等等的学习，回来我想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回流教育的这个弹性不能再以原来只是用学测用什么来做唯一依据，我想这个才有更好的诱因。是，我想现在的升学制度对应届生比较有利了。我想不管是怎么样的入学方式，不管是我们繁星的推荐入学方式，或者所谓个人申请入学，或者后来的指考考试入学，我想没有一项是对于18岁高中生或高职生他先入职场之后再去升学啊，没有一项有利的制度诱因啊，所以我想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又有所回应了啊。所以本席会我想我会啊，将来还是会来追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啊，主要是让孩子他不是一个盲目的考试，然后升学，然后因为都有学校念，然后浪费了时间跟金钱，那家长也是一样非常辛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应该要好好的来落实。我真的很可惜没有看到了哈。那像现在也有很多人，他说：“哎，我现在如果到职场去，我真的要回流教育，我真的要回去学校念书，有什么样鼓励吗？”部长，你认为现在有什么鼓励吗？现在确实诱因比较少哈。我想这部分也因为过去我们大概只是一个衔接，但是不是用一个机制去让青年愿意停下来学习职场或一些社会经验之后，觉得自己有需要再往前走，我想这个是需要把这个学制。我想我们不但在制度上要做变革了。像我们在考试，我想我们每年做这个二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这个大学的这个学测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只有让它使用一次嘛，当年度可以使用，对不对？我刚才提过，现在的升学制度升大学其实是对应届生有利。那如果我们的制度没有做一些调整，或者做一些政策性的配合，我觉得18岁先入职场再升学，真的也只是口号。是，我跟委员报这个部分哈，细致的，包含委员刚才提议，还有我们之前有几位委员建议哈，我想教育部会来更深入的做目前这样的检讨，就是我们的学测的成绩或统测的成绩，其实它台湾的真的太多考试这种东西，在做一个入学的衡量标准。那我觉得他如果能够一次考试，他终身可以带着，然后他将来进入职场之后，他的工作经验，他的薪资水平，他的表现，他也是另外一种
一种成绩，他可以来升学。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政策诱因鼓励，我觉得才会让这个想法、这个理念落实了。委员，我们这部分刚刚委员的建议，我们都会纳在整个制度的一个规划讨论里面，把它放进来。我们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包括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教育储蓄账户的一个构想哦，就是要培养这个技术人才，尤其是有一些需要来做学徒养成的行业。他可能需要早一点，而不是他念到了二十几岁之后才去重新再来学。像这样子的一个十八岁的一个高中职的毕业青年，我觉得这样的想法都非常好。好、哦，那我真的没有在我们的部长的第一次的这个施政报告里面有看到那我希望下一次，我觉得赶快来落实这个想法。你们下一次很重要的这个各种委员会的咨询里面，也许这也是一个专题本席也会继续追踪。希望能够来处理。其实我跟你讲哈，从这个劳动部的资料里面哈，高中学历的工作机会是大学学历的九倍啊。曾经有一个求工倍数哈，就是说我去求职，然后我能够来得到的这张图里面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一百年的求工倍数里面，高中有 2.6， 高职 1.06， 专科 1.12， 大学以上只有 0.3。你这样换算起来，到104年的时候啊。高中职其实他的毕业之后，他能够求得的这个职务的机会其实远大于大学，所以其实并不是不能来推动的，大环境或者现在的社会现实状况其实是可以做的哦，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应该要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政策宣示应该要好好的来做规划。我们也希望看到孩子在高中毕业之后，他有更多的选择，他可以有时间来摸索志趣然后找到他真正想要念的科系，毕业之后将来考用他的这个学用的落差不会那么大将来他是能够按照比较能够按照他的志趣来念书，来做教育的投资，不管时间或金钱上。我想这个希望我们这个部长能够好好做规划。谢谢。好，谢谢委员指教。谢谢，谢谢张廖委员。好，谢谢部长。好，接下来请蒋乃馨委员质询。主席有请部长。好，请潘部长。蒋委员好。部长好。刚刚你谈到这个大学学杂费调整的问题哈，当然你是说因为有审议的机制嘛。是有审议的机制，所以如果有学校要提出调涨的话，就到委员会去按照审议的程序去处理嘛，对不对？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你个人以教育部的立场来看，现在是不是调涨学杂费的时机？跟委员报告哈，现在整个环境包含这个整个这个工作啦、所得等等，确实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哈。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让学校在整个检讨整个运作上的这些经费足以的话，事实上这个时间确实不是好的调整的一个时机点。所以现在不是好的时机点，那所以就是有这个机制去审议，就是审议通过了以后也不会让它调涨，是不是这样子？我想既然我们建立这个机制，当然也比较希望能够比较彻底的了解学校要从这几面向上能不能符合，有没有在学校去进行相关的这个程序之后审议小组也会依照这个来做一个规范。教育部的态度很重要嘛，对不对？教育部的态度很重要嘛。那所以也就是说，不管你学校怎么调整，送了案子进来以后，审议委员会这个机制到最后的结果都是不会给他调整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这样讲，大家就放心了啦。是，我刚才也表达，我说现在这个时机确实各方面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不是好的调整的时机。对对，那当然进到这个审议小组，我们会充分的来做一个讨论，包含学校在进行过程当中的一些意见我想都会提供给小组的委员来相加考量。好，我想有部长这样讲，学生跟家长的心理会比较好一点那大学的学生家长的心理。最近最担心的就是调涨学费的问题。国中高中的家长最担心的就是12年国教的问题。是是。那12年国教，部长你上来以后就喊了全免就近入学。那刚刚又谈到全免，我们现在是努力的方向，什么时候实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我跟委员报告，是因为这两三年确实家长历经了我们十二年国教入学的各项的制度，目前他们算是比较熟悉也稳定下来。那未来教育部会在这样的基础上，不管就学区这个会考制度啊等等的，但是我们希望在这样的基础之下，能够去评估相关的就学区或学校，如果有机会可以朝向扩大免试，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所以什么时候会实施，现在还不知道嘛？我想应该是评估之后，也不知道嘛，来跟县市政府跟学区 做讨论。我想这个会比较务实，也比较能够稳健的往前走。如何做全免试，连会考都不要了，对不对？然后按照在校全绩去算呢，还是不按照在校全绩去算呢，还是怎么样，对不对？现在都还在研究当中，是我想，所以什么时候开始实施也不知道。跟委员报告，现在应该是说这个，我想一定要先做一个评估跟对吧地方来做合作。我今天为什么要问，而且我等一下还会花很多的时间来问，是就是要把今天要把话讲清楚。是，因为从开始到现在为止，一天一个消息，一天一个消息，一天一个说法，一天一个说法，家长无所事事，学生也无所事事，所以免试短时间内不会做，这一两年不会做，是不是这样子？那我刚才跟委员报告的是说，在现有的这样的稳定的基础之下，它的条件已经比较能够来做进行的，不管是单一的学校或就学区，我们会希望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跟县市来处理。但是这一些它不是采取一个强迫式指明哪些地方一定开始这样的进行。那你的免试的概念是什么？当然，我想对于这个如果单一学校或就学区，如果他的条件具备的话，我们希望他真的是比较有可能不是透过像会考的这样的一个鉴别哈，没有会考，对不对？那如果有学校有超额的话，有什么来？没有，所以我才跟刚才跟委员报告的是说，是在校成绩呢，我们还是怎么样？我们会依照他学校的条件，因为现在十五个就学区里面，确实应该有机会有若干的学校，他也许可能现在目前所在的区域他的招生的人数跟区域内的相关的国中的毕业人数其实是相当的相近，但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如果这个区域里面的学生他还是想要到其他就学区里面的学校去行这个程序，我们不会去制止，也会支持他。但是这个已经自然成型，比如将近八九成的学生都可以毕业以后就有机会到这样的一个高中或高职来就学。我们实在是希望不必要再透过一个会考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他才完成他的入学。我想不管是哪一个学区，就算他的招生的名额大于考生的学区毕业生，每一个都可以进高中。可是也有我在这个学区里边有些高中是大家都想要进去的，那这些高中用什么方式去让他进去？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免试最重要的核心。是，我想这部分，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部长到现在是可以说还是不能说？没有，我跟委员报告为什么说现在我们没有说这个，希望在现在经过大两三年来大家稳定下来的这个制度下，如果有个别的学校或就学区他有这样的条件之下，当然还要给予资源我想比如说刚才我也特别提到，这个区域里面可能对于要选择高中或高职，如果在这个相关的需求量其实它只是微量的差异，我想这个时候教育部跟地方政府来共同努力，这个就学区它可能就是比较可以顺利的往前走。但这一部分我一直特别的强调，它不是一个用特定的期程特定的对象一定要这样子做，反而这个时候我们希望政府不管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资源是真的及时的再给予这样的一个学区跟学校有机会之后来达成这个扩大免试我想这个才是我们整个十二年国教的目标。那明年会不会就近入学？明年会不会实施就近入学？我想这个还是要在整个评估我们就学区，因为是看到报纸讲市长已经宣布了明年花莲、台东、澎湖、金门，这个没有了，这个可能完全不是。我刚才一直在强调一定是评估这个就学区或学校的条件，说在只要再一点资源来协助，它就是可能去促成的，不会说现在一定是指定哪一个就学区或哪几所学校我想后面的政策应该是稳健，要让家长放心也希望未来会跟这个县市政府跟学区学校来充分沟通。部长，上个礼拜四财政委员会审我们教育部的
决算的时候，我当时就问次长，因为报纸说招生名额大于毕业生的话，我就可以实施，明年我就先开始实施就近入学。所以我当时我上个礼拜四我就问他，你讲的花莲，你讲的澎湖，你讲的金门，都是毕业生大于招生区啊。那跟你讲的完全相反呢，反而是基北区、高雄六个都有四个都毕业生少于招生学生数，那这个六个都是不是要就近入学？次长讲不出话来。所以我今天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全面免试现在教育部只是一个想法，一个方向，就近入学也是一个方向，还要跟地方政府沟通，是要跟他了解是不是全免，包括会考都不要。那如果会考不要，如果要用在校成绩，说实在家长反弹更大，对不对？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教育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讲说我十二年国教要全免，要就近入学，为什么要讲这个话？是我想跟，因为总统有讲过这个话，教育部就要讲这个话，总统讲这个话家长不会担心，因为这是总统的方向，总统的愿景，他有他的高度。可是教育部 讲这个话，教育部的一讲这个话就表示要执行了，执行的时候家长就恐慌了，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的电话接得手软，大家就关心什么时候开始全免，什么时候开始就近入学，怎么个就近入学法，怎么个这个全免法，大家都非常关心。就像部长，你对国教说实话你是应该很清楚，103年十二年国教入学方式跟104年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今年也不一样，对不对？年年不一样，家长年年担心，年年恐慌。说实在的，今年大家还比较平静，108方案，对不对？所以大家经过3年的检讨、修正、改进，大家疯。现在突然一抛出一个全免、一个就近入学，大家傻了。说实在的，现在很多县市也在推优免，对不对？像优免，今天台北市105年也要有优免。和优免来讲的话，它的额度就5%到15%啊。而且排除了建中、北一女、附中、成功、中山女高、松山这几个学校，通通排除。如果是就近入学，那这几个学校要不要就近入学？所以部长，你们报上讲说不要买建中的房子，我没有大学区制。这两天家长又打电话给我了，什么是大学区制？所以教育部你只要讲一句话，家长就会联想很多很多的话。所以希望以后没有事情没有成熟之前，不要去讲这个事情，我们先做好沟通，先好有规划。说实在，大学区制大概部长你脑海里的大学区跟国教署的脑海里边的大学区跟其他的官员的大学区可能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在整个还没有沟通概念的时候呢，我觉得不要讲。是，反而有一件事情部长你应该赶快讲，高教蓝图这个是要赶快讲的，到底高教蓝图是什么？教卓、顶大、典范科技大学，到今年年底时间通通到了，学校要申请，要按照你的高教蓝图提出申请计划。那高教蓝图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不知道，我相信教育部到现在还没有规划好。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明年时间通通到了以后，明年的钱从哪里来？这些学校是不是还是顶大？是不是还是教学卓越？还是不是典范科技大学？不知道。也许教育部说好，我过渡时间给他延一年，那也只是毕竟是延一年的。可是如果以编列预算来讲，以学校申请的案子来讲，明年初就要开始，学校就要提出来了。你在今年年底你就要定案的东西，这个反而是教育部应该要赶快去做的事，这个反而是比十二年国教全免跟就近入学
要优先的事，是不是部长？是。我跟委员补充报告，刚才特别谈到哈，十年国教真的就是在这两三年稳定的基础之下，才会去思考啊个别就学区等等的哈。那高教蓝图啊，那确实目前政策上，因为各界对原来的顶尖教擢或这个典范科大啊，有一些希望新政府上任之后能够做检讨，但也考量到啊目前大学科大他们在进行中的这些啊计划，不要因为啊重新再做一个检讨而终止，所以确实会提出一个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衔接的计划，让原来在推动的这些工作啊计划能够顺利的衔接，那也会利用这一年啊来对于整体大家关键的关心的这些整个几个大的计划重新做一个整理之后啊，能够希望啊在107学年开始啊，它会有一个更符合各界啊所期待的高教蓝图。因为107年要开始实施嘛，你106年要编预算，是107年的预算，这部分跟委员报告，所以你106年的5月你就要编107年的预算嘛，然后各个大学要配合你的预算编他的计划向你们教育部申请嘛，跟委员报告。所以这个时程来讲，表面上讲107年还要很久，事实上来讲的话，真正大学作业的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跟文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106年的预算会来支持，延续的支持这一年哈。对，啊，利用这个时间来检讨并投编107，是延续106年，所以在105年的预算里面已经把明年，对，现在要编的预算是把明年的延续编进去。现在在准备的就是这个。107年的预算是106年要编嘛？是。106年要编的话，同样的大学也要向你们申请，所以你照说来讲，你应该是在今年的年底、明年的初，你就要把点那个高教蓝图把它做好嘛。这个时程我们会来掌握。这个涉及到国家未来是高教的发展跟人才培育的问题，所以一句话就好。所以我希望部长，高教蓝图的东西，不管内容是什么，赶快进行，赶快定案，在延续跟掌握跟起程上，会来努力哈。我想谢谢刚才委员的这方面的一个提醒跟指教，谢谢。好，谢谢蒋委员，谢谢部长哈。接下来请李立芬委员质询啊，我们等一下在何新存委员质询结束后，我们休息十分钟。好，谢谢，请李委员。主席好，麻烦请部长。好，请潘部长。李委员好。部长好。部长当林权院长公布潘部长担任教育部长时，我就特别看一下我们部长的经历哈。我们部长从基层一直到我们的直辖市的副首长，那一路走来其实就是见证我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施政哈。所以基本上我是对部长真的充满了很大的一个期待，特别在我们对于我们儿童少年的这种国教跟幼教的这个部分哈。那其实部长在520上任，也在隔一天也马上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公布了我们未来重要的一个施政哈。那这个部分也看到，就是我们部长的行动力真的非常的十足哈，是非常的敬佩的哈。那部长就诚如我刚刚讲的，就是我长期关心儿少，所以在这个记者会当中哈，就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好像没有提到那个2到6岁的学龄前的教育政策，好，所以我今天就是要针对这个部分好来跟部长就讲哈，就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台湾在因应少子女化的危机哈，这些年来我们政府推出的政策其实一直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出生率回跌哈。那我们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04年。公立学校班级数有51343班级数哈，那如果跟10年前的95学年比较的话，不知道部长你知道这样子大概缩减了多少班级数吗？10年来少了多少班级数？8000将近到10000。对对对，没有错，好好，谢谢部长哈。那其实，在105跟106又因为虎年的一个效应哈，其实大概也会再减2000班左右。那我们教育部也在估说到109年也会再减到806班哈。那其实每减一班就是少了教室也少了哈，所以其实这个的影响层面真的是非常大哈。那我这边的想法是说，我们一直都在讨论高等教育相关的一个问题哈，可是其实这个是没有
办法来解决我们少子化的问题，所以在这边要请部长啊，是不是能够优先重视二至六岁的学前教育问题，提供优质、普及、可负担的幼儿教育，让我们年轻人愿意来生养小孩。好，那我想说这样子也才能够来解决其实我们高等教育一直招生不足的一个问题。好，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蔡总统他在竞选时也有提出五大社会安定计划，那其中在社区照顾计划有三大主轴，包括要推动幼儿托育服务公共化，推广社区型的长期照顾服务，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等。所以其实幼儿教育服务公共化也应该是我们教育部的重点政策。那我今天在我们的书面报告也很高兴有看到说我们有提到要来扩大公共化教保服务的供应量。所以在这边要来请教部长，就是说我们在报告里面有写到说要透过多种的途径来逐步提升这样的一个供应量，那不知道说部长你们现在会要怎么样来提升，你们的做法会是什么？是，谢谢委员刚刚的指教。我想对于学前公共化确实是一个因应整个台湾希望能够未来有更多的年轻夫妻愿意也肯生育这个子女。那么在目前在整个做法上我想主要有几个向度啦。一个当然也随着这些少子化的这个趋势，那确实在我们国小国中有一些闲置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这个闲置的空间我想是一个我们在思考如果能够在增设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协力增设公立的这些托儿所幼儿园，我想这个是一个会持续来努力。那第二个当然现在我们有一项也希望能够跟民间的这些非营利组织来共同去创办更具有弹性的就是我们所谓非营利幼儿园的这个措施。因为这个措施经过这几年来也更是一个当然一方面希望借重这些非营利组织他们对这些的经营的这些专业，再来呢也能够让他的经营营运更符应这个双薪家庭他们可以有更多可以配合他在整个工作上我想这个在多面向的考虑上面希望来并进增加这个学前公共化的这个服务的量。好，谢谢哈，谢谢部长的回答哈。那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关心那个推动非营利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哈。那其实我们教育部在103年也颁布的这样一个实施方案，那会希望在5年能够达到100家的非营利幼儿园哈。那在这个部分，我们要肯定我们教育部的同仁的一个努力，还有地方政府的一个协助哈。好像在看起来就是我们在104年，其实我们目标是要20家，可是去年已经开设了29家了哈，所以达成率已经是有145%了哈。那以这种高达成率的一个走向，有可能我们会提早完成5年100家的一个目标哈。可是哈，就我知道，就是就算我们完成这个目标，其实我们公司比例比还是只有4:6。嗯，好，就是我们的公教这个部分还是公立的幼儿园这部分还是偏少的哈。那我是认为说，要支持年轻人要生养小孩，一定要持续翻转这种公司比例。好，那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资料，就是这个非营利幼儿园，因为它评价，然后老师有比较合理的工作环境，家长的支持度是非常高的比起公立的还是私立幼儿园，其实它的满员率是80%+的快90%，所以它是相对来讲是高的所以在这边可能要请问一下部长就是说我们会提早达到，那有没有可能要来调高这样的一个目标值？我想谢谢委员因为当时是先设定一个目标，因为这个就主要也跟地方政府也因应学校这个空间随着少子化之后能够生成，我想这个对于整个空间的应用应该是更符应。那至于这样的目标，我想教育部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因为朝更大的这个公共的服务量是一个方向那当然包含现在5岁免学费的这个政策，那对于尤其特别偏向或弱势的部分还有更多加成，这个也比较希望是同步的来协助我们这些年轻夫妻可以在他人生刚起步可以在养儿育女上的负担
实质来减轻，所以这个目标我想如委员所提到，我们会 逐步的检讨，也跟地方政府希望他在有更多的空间释放的时候啊，我们再往这个方向来努力。部长，其实我蛮期待就是我们可以研拟一下比较具体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提高这个目标值，然后最好是不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时间内我们可以达成公司比，例如说可以达到5:5这样的一个目标。好，那我觉得真的是幼教真的是非常重要，那这个会是我持续关心的一个议题，所以可能以后随时都会就这个问题来请教部长，然后也会希望说我们接下来在很快一个时间当中，我们在这个目标这个部分能够做一些调整，然后能够往5:5这样一个目标来迈进。好，那接下来我想再请问部长，就是说我不知道说部长您知道之前那个台北市有发生那个何家人幼儿园超收事件吗？这个我没那么注意到，不好意思。好 ，OK。好，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因为就是我们知道何家人他的幼儿园，其实就是我们核定的人数可能只有65人，可是他超收到110多人的幼童，然后那个相关单位来查的时候，他甚至让小孩子就躲避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其实对儿童来讲，就是不管是安全以及相关的教育的一个影响，真的有非常不好的一个造成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那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是台北市政府他社会局教育局有提出有处理还蛮明快的，就他后来他用的那个行政法来处罚了150万，因为如果按照我们的幼教法的话，可能才有能够处罚的是6000元以上跟30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在这边有几个要请求建议。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教育部的国教署有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希望我们的家长可以到我们全国教保资讯网去查相关的资讯，去看那个各个幼儿园的那个核定的人数。那我在这个礼拜天昨天我就特别再查一下，我们真的有看到就是有揭露出说因为他虽然是何家人，可是他是用家维跟家盛去登记的，可是他在那个相关的一个这种连锁的幼儿园的之下那核定的人数相关都有出来。可是其实这个事件我们的台北市教育局是有要勒令他们是停招半年的。那像这样子这么重要的一个资讯，其实很可惜我们在这个网站上面我们没有看到，那没看到就造成说我们家长根本不知道这些幼儿园到底出了什么样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去评估评断说我找这个幼儿园好不好。好，所以我就在想说，部长，我们是不是未来幼儿园有一些重大的一个像这种违规事件的话，是不是应该要在这样一个网站来做揭露？是，跟委员报告，刚刚同仁这边也特别提到，确实在有关一些重要的资讯，尤其涉及到家长权益的这部分，那么在这个应该是我们学前幼教界几乎是一个大家非常共用跟熟悉的这个平台上来增加相关资讯的公布提醒，比如就这个案子，刚才署理所这边也会积极的来研议做这一方面的努力。好，是，谢谢部长。好，那再来就是说关于那个罚款的部分因为刚刚提到就是说，如果只是用我们的幼教法的话，只是罚很低，是后来台北市教育局用的行政法才罚到150万。可是对这个业者来讲，其实他多超收了55人，如果每个小孩子学费一个月是18000的话，其实他多收了1188万元，可是才处罚了159000元。那部长，你觉得这样合理吗？是，我想刚刚委员提议了就是说刚才建议到提到这个有关罚，因为不同的这个法它的罚则那这方面当然一方面主要是要再更严厉的去要求业者，所以除了罚款之外这个停止招生这一件事情的处分也是一个更大的。我有时候我想我们多重的管道来并进主要也希望给幼生这边家长这边是一个应该要好的
环境。可是我觉得说我们可能还是要去检讨一下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对于这个处罚的部分是不是应该要提高。那类似就是说他是用合家人的名义去招生的话，那合家人这类的业者他是不是要负起连带的一个责任，那这个部分可能都要请我们教育部去研议一下。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会希望我们能够加强对这些幼儿园进行类似的一个劳动的检查，来确保来协助家长监督幼儿园的一个品质。所以在这边我想对于这个案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要求，就针对我刚刚的几点，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教育部可以在三个月内跟我们委员会来提出一个检讨的一个改进的一个书面报告，不知道可不可以。委员，我们依照委员这个建议我们来做后续的整理 okay, 那来提出这个报告。好，谢谢，谢谢部长。谢谢李委员，谢谢。接下来请何新存委员质询。谢谢主席，大家好，我们请潘部长。好，潘部长。何委员好。部长好。刚刚我听到吴思耀委员在关心有关小英总统的新南向政策里面有关我们跟东协的各国的一些教育交流的问题那事实上呢，除了呢我们可以引进也不能说引进应该是说对外招生希望用优惠或奖励的条件呢，可以呢吸引更多的东协各国的留学生来台湾留学。那也希望呢，如吴委员所说的呢，我们也希望用奖励的方式呢建立制度，鼓励我们台湾的学生可以到东协的各国去留学，以达到真的文化教育交流之用。我觉得我建议要部长是不是要真的要对这个东西在近期内做出一个完整的一个政策，可以吗？部长。是，我想在近期我们会依照目前整个新南向政策来但一方面跟行政院这边因为有跨部会的一个资源，那另外属于教育部的部分，不管提供的这个诱因或增制的这个组织面，可是部长，你要争取行政院不管在经费或各项的资源要支持你的情况之下，你要先拿出自己的一个办法，一个制度，一个您的主见嘛，是不是？是。所以我建议还有另外一个事实上现阶段在台湾也有很多东协各国在台湾的留学生，我们事实上在地方上，上次我们去地方上考察，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学合作的一个典范，一个越南籍的博士生来到台湾念他的博士学位，他呢也一方面呢在我们地方的国中小担任母语教学的老师来支持。为什么？我们东南亚各国的语言的一个师资在我们现实的一个国中小的一个校园里面是缺乏的，是需要我们教育部能够政策上的一个资源。所以我也希望说在您刚刚提到的可以争取行政院来支持我们对于东协各国、东南亚各国我们的教育文化交流，尤其在您教育部的业务范围之内，我们提出一个具体的一个措施跟proposal， 我们争取行政院的一个支持。那也希望在你这个 proposal 里面呢，可以好好的来盘点我们现在在台湾所有东协各国的在台湾念书的这些硕博士生，这些他也可以是我们的一个在地的校园里面的一个新住民语言母语教学的一个资源的一个人力，可以吗？部长。是，我想谢谢委员的提醒跟指教，教育部会针对这部分来对我希望加速的做规划，近期内可以看到部长教育部可以提出相关的这样的一个 proposal。那第二点最近我们在很多的网络群组上有一些老师跟大学教授有提到所谓的教师轮值的一个制度。那我也看过教育部过去的报告，好像也曾经研议过。不过呢，在我们讨论教师轮值制度的建立之前，我觉得教育部应该要先做什么？先做的是现在教师调动的一个制度僵化的问题。我们看到很多年轻的一个教师，他想要回乡服务，但是受限于我们现在的积分制度，很多的年轻教师是没有办法如愿的回乡服务，而这在于是我们的调动的一个机制的一个僵化，还有积分制度的设计是不是应该可以再检讨。我是希望说部长可以就这个部分来协助我们很多年轻有热情的老师可以返乡服务，可以吗？部长。
是我跟委员报告，原来目前我们全国有关各县市的那个教师调动，其实已经建立一个制度。那早期，但是那个制度很僵化，必须坦白讲哦，甚至哦，我们发现了有关现在少子化之后，缺额教师是越来越多。跟委员报告，现在关键就是因为缺额很有限啊，县市之间啊，他如果没有办法释放太多，就会影响老师轮动的这个可能性。我是希望部长再去检讨了，检讨这样子一个老师流动的一个可能性，制度上的检讨跟评估，我觉得这个是教育部要去做的。除了呢是能够让年轻的教师可以因家庭因素也好，或者他本身的热情，他希望返乡服务，我们能够让他如愿。第二个是在超额教师的一个调动，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是后进先出的内规，那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到底是不是可以检讨？我觉得我们是持开放性的态度。希望能够面对现在教师调动的一个僵化的一个问题，我拜托部长可以去做一个检讨跟评估，好不好？这个我们来跟各县市再做一些讨论。好，那这两个小问题之外，我想今天很多委员在关心，今天报纸媒体说我们教育部原来有很多的资产哦，是在海外了哦，那而且是登记在私人的名下了哈。部长，这一件事情今天上报，你来立法院之前，部里面的同仁有没有跟你讲相关的细节？是，有没有讲得很清楚？报告哈，因为确实同仁是在昨天哦，把这样的信息跟资讯啊做了一个整理。有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一笔钱当初是怎么输出去的？捐助出去的？我跟委员报告哈，这是民国八十二年，当时依照陆委会哈港澳汇报他们决议啦，希望能够去推动在港一贯制。校院的这个政策，所以在这之前呢，更早之前可能这个讯息我就没有掌握到那么多。对嘛，所以教育部内部的同仁只是告诉你后面的事情，前面的事情也没告诉你嘛。之前这一笔海外的资产不是民国八十二年才买的、啊，更早期的时候呢，我在报纸上面也有看过，我们是透过教育部号称教育部的白手套了哦，这个。在之前媒体有暴露过，这个财团法人太平洋文化基金会，透过这个基金会，这个也是教育部成立的，也是政府出资成立的。过去呢，曾经有教育部部长是担任这个基金会的董事长。部长，你知道有这个基金会吗？的存在吗？我想这个相关的资讯我再来了解。这个你都还不知道、哦、目前确实。来，我先告诉你，是在海外的这一些香港的这些资产。之前在成立广义公司之前，是透过这个财团法人太平洋文化基金会，把这个钱，应该台语来讲叫贵税啦，哈，透过这一个基金会呢，转手把这一笔钱汇到香港，去给在成立所谓的广义公司。所以呢，这中间呢，我们的教育部的次长林聪敏林政次哦，曾经在2011年到香港考察，我也把这个考察报告哦，出国报告也调出来看哦。媒体是说呢，教育部多次想要把产权，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在香港的这些海外产权，移转回政府，但是呢都无法如愿。相关人士说呢，之前林聪明政次呢率幕僚在2011年到香港考察，回国之后在出国报告中点出，为确保国产安全，本部积极协调民间团体，尽速将产权移转本部。我回去看他的这个整个出国报告的每一个字啊，差在哪里？这个媒体啊是没有把这个基金会点出来说他是民间团体。这个林聪明政次是说，为确保国产安全，本部积极协调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尽速将产权移转本部。那以林聪明政次的这一句话的话，那重点就在于所谓的民间团体报道的媒体报道的民间团体，就是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其实我也很纳闷啊，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到底算不算民间团体，我也不知道。因为呢，当初呢是在前教育部部长蒋彦士的民国63年的时候，由政府出资捐助成立这一个财团法人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他算不算公家的财团法人？部长你知道吗？他是、嗯、来，我再给你看下一页。他的董监事呢，董事长现在叫做钱富啦，这是我最近从网络上调到的啦。前一任的董事长叫做李焕啦，
李焕呢，从他当教育部长的时候，兼任这个基金会的董事长，一兼十多年，一直到2010年才有所谓的临时董监事会，董事长才变成前副。那部长，你看到我们董监事里面有好几个哈，你都耳熟能详的名字啊？请问现在我拿到了这份董监事名单里面，在教育部派驻的董监事有几个？有没有？部长你不知道，请你下面的同仁啊，要跟您说老实话。政府民国63年出资成立的财团法人太平洋文教基金会啊，到目前为止啊，不管开了几次董监事会啊，一直都是这些我们所谓的党国大佬在当总监事董事长啊，而且啊，没有教育部派驻的董监事在里面呢，部长。而这个是所谓过去蒋彦士时代、过去李焕时代号称是教育部的白手套，叫做财团法人太平洋文教基金会。而且我必须跟您说，部长，我看了一下哈，除了董事长呢，由做了十多年的李焕在2010年改选为前副以外，毛高文、李宗贵、高明辉，这个我想大家前面这几个都知道他们是谁。有一两个哈，我觉得部长要去查清楚哦。其中有一个呢，我们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叫做张建涵，常务董事，你可以去查，他已经不在世上了。可是呢，他仍然挂这个文教基金会的常务董事，有没有改选？有没有问题？我真的很纳闷，我们教育部是怎么去监督这些财团法人的？第二个，高明辉现在是呢救国团的常务监事，中华救助总会的常务理事，中国青年服务事业文教基金会的董事，还有呢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理事长。那其他的我不要讲了啦，里面当然也有商界人士，比如说远东集团的徐旭东、徐董啊，还有很多的学界。但是呢，从这一份董监事，我现在找到这份董监事的名单看起来，当初是由政府的钱来成立这个财团法人，结果呢，这现在呢，我们教育部呢，第一个根本不知道现在这个财团法人到底的运作状况是什么，我们教育部完全失去了监督。第二个，他的董监事是怎么样在召开董监事会，再怎么样改选董事长、改选他们的董监事，我们教育部也一问三不知。我相信你下面的同仁也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而这个财团法人太平洋文教基金会就牵涉关键到刚刚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在香港的这些海外的资产、教育部的资产，当初的钱是透过这个基金会捐助出去的。你现在告诉我，下面的同仁也告诉你说，那在海外香港的那些教育部的海外资产是国产，我相信不是他们欺骗你，就是中间另有隐情。因为呢，除了他是在香港登记的广义公司是一个私人公司的一个资产以外，他中间还有一个叫做财团法人太平洋文教基金会。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把海外的那些香港的资产要转变为国产，你还告诉我们说，你下面的同仁还告诉你说，这个有这个广义公司呢，在那边管的那些学校啊，荃湾学校的那些租金啊，有回到国库。部长，您是那个教育行政，从基层出生到现在贵为部长，请你告诉我，如果从香港的私人公司中间还要经手一个财团法人太平洋文教基金会，那才会再连接到我们的教育部。请问一下，在香港的这些资产、海外资产，怎么他的租金怎么入账啊？主计会计长有没有在这里？主计长，他的租金怎么入账啊？他的财产怎么登记为中华民国国家所有啊？部长，这些主计长有没有跟你讲？下面的同仁有没有跟你讲这一段故事？这个因为时间比较短促，不好意思，确实还没有那么深入的在了解。还没嘛，对不对？是是。部长，我的时间到了，我希望你好好去彻查清楚。
这些都是我们所有台湾人民纳税人的钱，这些资产是属于国家的。我们怎么样在其中，第一个，广义公司私人登记所有的私人公司，我们怎么确保国家的资产，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二个，这个财团法人太平洋无教基金会在中间扮演的角色，过去我们民国60年、70年代，我们国际的处境艰困，这个文教基金会可以理解为什么要成立这样子跟国际做文教的交流。但是来到今天，我们看到教育部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财团法人太平洋文教基金会，我们第一个看到教育部怠惰、怠忽职守，对于这样子的财团法人，尤其是政府出资的财团法人，我们竟然没有尽到监督之责。第二个，我们董监事的这个整个改选的过程里面，从过去是教育部部长，党国时代啊，教育部部长当这个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啊，到现在的民主台湾啊，我们发现这些党国大佬还是继续在当董事长啊，而这些所谓的董监事的改选，完全教育部一问三不知，完全状况外，甚至呢没有教育部的代表在里面，我觉得教育部很失职。所以部长，新官上任，请你好好彻查，好不好？好，谢谢委员哈，我想深入来做一个了解哈。好，谢谢。好，谢谢部长。好，我们休息10分钟，谢谢大家。
好，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请高金素梅委员质询。报告主席，我先把时间暂停一下哈。本来今天我要来程序发言的，可是呢，因为我想说让我们的议事，因为在场的委员很早就来登记了，所以我就不程序发言。但是我必须要询问一下我们的部长，部长不好意思哈，有请一下好吗？来，把我的时间暂停，咨询时间暂停一下。部长不好意思哈，我不知道您的幕僚有没有告知您，就是说。当时在吴部长在任内的时候，本席曾经在教育委员会里面要求我们的主席，而且每一个委员其实都联署了，做了一个主决议。这个主决议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原住民的教育是有原教法在支撑的，所以不管是预算也好，政策也好，我们都要求你要做两本。所以呢，本席今天看到你的教育部的施政理念只有一本，然而原住民的里面呢，你是跟新住民放在一块。部长，你们的幕僚没有告诉你我们做的主决议，而且在里面你们的原住民政策，我们的原住民政策跟新住民是放在一起，很显然不符合我们的主决议，很显然也根本无视于原教法。所以部长，我觉得这个部分必须要谴责你的幕僚。好。好，这是程序问题吗？对，我是不是请主席可不可以要求我们今天做的主决议，部长回去应该要去执行嘛？好，谢谢高金委员，可以吗？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就用你的质询时间来提出要求？不行好不好，不行，因为我觉得这是程序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主席，除非我们自己把我们的主决议放弃掉，否则的话，为什么教育部的幕僚不提醒我们部长呢？我觉得这个是藐视我们教育委员会里面的所有的委员做的主决议，哎，请部长回答一下好不好？你的幕僚有没有告诉你需要有另外一本的预算书跟另外一本的依照原教法的施政来做说明？是，跟委员抱歉，因为没有，是不是比较冲突？可能还没有这个讯息。好，那我的要求，一个月内提出原住民按照原教法的施政方向，可以吗？高俊伟，你提案好不好？我们已经有提案了。好吧，部长，来，我们已经有提案了，报告主席。好。当时是郑丽君委员做招委的时候，要不然我们的议事处是不是拿？这期不连续了，没关系，不然你再提案好不好？还必须要提案吗？你再提案好了，还是啊？不然没，好了，来部长，你答应。部长，你能不能答应我，我就不做主决议。你做一个说明。因为原教其他的新住民没有所谓的新住民的教育法，原住民是依照宪法、依照原基法而有了我们原住民族的教育法，里面有非常多对于原住民的教育的施政理念，你居然没有另外一本，这个是真的是藐视原教法哦。这个。主席，我跟委员报告，当然这个讯息我可能还在进一步的掌握，所以是不是我要求你一个月内提出来好吗？是，那针对今天主要是应委员会这边的要求，我想提的一个是比较施政的理念、当然原住民族的教育本来就是非常重要，包括预算的这个部分我想一定会来充分的尊重跟重视。抱歉部长，我觉得这个要厘清楚一下，这个不是重视，而是原教法。原教法到现在通过了多少年你知道吗？您知道吗？至少20年了。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部并没有针对原教法而做另外一个施政报告跟我们的预算的说明，本来就是长期不重视这个原教法啊。好，所以部长，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月内提出好吗？我想这部分我们来做一个整理了。好那我待会就我待会请我办公室的助理。对，高姐，各位，你等一下实质咨询，你就可以再提出要求，我就不要再提这个了。好，谢谢，感谢，谢谢。好，开始请高金委员质询。是，委员部长，那个我今天有几个部分想要要求您哈。第一个就是对于我们的孩子出国去念硕博的，我们的合约，我曾经提出质询，我要求我们的国际司赶快把这个合约重新检讨，不可以一体适用。部长，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做到？跟委员报告哈，刚刚司长这边也特别提到，上次委员在关心的这个个案，也看到我们合约的太一致化的问题，可能对于个别的需求啊，
是有没有办法完全复印、哦、所以现在国际司跟法制处这边已经就这部分、啊、来做研究了。是好，第二个，我们这位原住民考上爱丁堡的这个艺术 学院的孩子，一个月内要处理他的问题、嗯、可以吗？是，嘿，这部分就刚才休息时间跟委员报告、哦、我现在已经请我们蔡政务次长跟国际司啊来做这方面，基本上会以维护学生的就学的权益啊，好，为一个目标来努力，是一个月内解决他的问题，否则他十月份就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到学校。没有了解委员对这个孩子的关心，好，是，谢谢部长。您上个职务是台中市的副市长哈，我相信你对于台中市和平区达观国小那个透过部落居民公投还有网络参与的模式，对于下学年度恢复泰雅族民的这样我们叫做 PMA 的博乌马这个，并成为第一所的民族实验小学，本席在这里要给你肯定，而且也在这边宣告了各级原住民的实验学校未来要如何衔接的议题要全面启动。我在5月22号的时候呢，我跟了和平区的和平国中的校长，还有和平区的所有的小学的校长，我们提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既然有了民族学校，那么未来衔接该怎么衔接？而且和平国中的校长他已经努力了快要6年的时间，整个原住我们和平区的原住民的孩子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自己的地区念高中，他反而要跑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市区就读。其实这对于我们和平区的孩子或者是家长来说是非常不方便。那么对于100年那个我想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和平国中变成能够衔接我们现在的实验国小的这样子的一个学制的话，不知道部长您认为怎么样？就是国中变成国高中。是，跟委员报告你可以来协调办理吗？我们民族，这个以这个为主的这个学校从小学开始往上啊，其实也非常呼应我们。在整个实验教育原来的达观国小其实在市府里面也同样这样的想法去。那我当时在台中服务啊，也跟林市长我们特别考量的就是、实验学校孩子未来衔接的问题。衔接的问题这个我想每一个阶段啊其实都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因为衔接的问题而感到苦恼。所以我想在当时借由台中推动的这个经验里面，可是当时这个和平国中校长已经提了将近快6年的时间，一直都没有办法突破。那么我相信部长，您既然支持了实验小学，不能够让实验小学未来衔接没有这个管道，所以呢，本席其实呢，在5月19号的时候，我也要求了你们的次长，一定要针对这个部分要有衔接的蓝图，把它规划。部长，您同意吗？是，我想这个就跟刚才委员特别报告的齁，以一个实验教育，不管是我们民主学校的这种实验教育跟其他的实验教育，这个部分是我们一直很希望把它架构起来。对，那当然因为学区的大小不一啦齁，这个在评估上面也尽量能够，因为国中阶段或高中阶段啊，基本上不太可能说完全能够做那么好的对应，所以在评估这部分是不是容我跟原民会这边啊我们共同来，部长这样子好不好？目前原民会各个原住民地区已经有10个所谓的实验小学，这10个实验小学呢，其实呢，屏东有，花莲有，然后台东有，然后现在和平没有，中部是没有，独缺中部没有，所以呢，本席要要求我们的部长跟原民会坐下来这个平台。3个月提出这个蓝图可不可以？我想还要外加台中市政府。可以，就是各县市政府。委员一定了解哈，因为跟各县市政府来合作，他才真的能够更成功。明白，所以3个月内提出蓝图好不好？委员，我想我们就尽快来启动，因为我想我们先坐下来，对于以和平区的这部分延续原来达观国小的。不能够和平区部长，为什么？因为目前的原住民的实验小学总共有10个、你不能够只解决达观地区这个10个，我们就说我刚刚说屏东的吴立华校长也有、那么来义的国高中已经有了，那宜兰大同乡跟南澳乡他也有一个国高中，那台东兰屿也有一个国高中，台中没有，
所以我在想呢，新竹现在马上坚持跟五峰马上要成立一个实验小学，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就这十个实验原住民的小学，未来它如何来衔接这个所谓的国高中，我们作为一个蓝图，否则的话，教育部花了这么多钱让我们十所的实验小学成立，可是未来却没有衔接，我觉得这浪费钱，而且也不能够让这十所的老师跟校长单打独斗，教育部一定要在后面作为他们最大的支撑者，您愿意吗？是，我想实验教育的延伸一定是要面对。好，谢谢。好吧，那个好，上个月内我们提出蓝图，好不好？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 我了解那个讨论的过程，真的没有跟大家坐下来谈，没有一个真的 很有意愿的学校，我也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是不足的，我知道，但是和平国中他乐意啊。不不，我讲的是说，因为委员刚才期待是有几个对应于十所的实验小学了，所以时程上可不可以让我们真的开始来启动，好不好？半年好不好？对，我想过程当中也委员来半年内我们提出蓝图，好不好？这方面的讨论，半年内我们来把原民会也好，十所这个所谓的原住民的实验小学，还有附近有哪几个国高中，他愿意的支持。我想我们先把那个对应的可能性先请出来，好啊，因为都是在。部落，我想委员这边我知道啦，所以部长，我跟你说，半年内是可以的啦，好吗？我们来协助你们，好不好？好，那个5月21号的时候，部长您的记者会特别提到两个，第一个就是国民学习权取代国家教育权，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其实讲清楚就是说，我们学生才是教育的主体，国家必须要以学生学习为中心，我们要重新调整新的教育体制，应该是。这样吧，部长，我没有理解错误，是这样哈。是，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所以也就是说，每个学校我们不应该一体适用，我们应该要按照这个学校或者是这个学生的差异，或者是他的学习的历程有所不同，我们不能够有一致的标准，对吗？我应该这么说哈。现在我们说，也就是说尊重多元啦。对，因地跟因校的因地制宜这个考量，是的，应该在整个政策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思维，对吗？哈，我没有理解错误吧？好，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更需要按照原教法的问题，而针对原住民的地区来做这个地方。比如说排湾族，他绝对有他不同的文化价值；泰雅族有我不同的嘎嘎的价值。所以，当我们在教学的时候，他本来就是应该要用不同的方式。所以，未来我们会朝这个方向走吧，部长。我跟委员报告哈，12年国教课程课纲的规划，事实上就是希望留给学校有更大的这个课程规划的自主空间。好，您讲到课纲，就是我待会要问您的问题。在这里呢，我要再一次的重申我的立场。我曾经在这边质询过吴思华部长，我说我们不需要有课程审议委员会来审我们的课纲。全世界也只有法西斯国家才会用政府的力量去定课纲，我想这是本席的立场，也是原住民族的立场。我们从来没有课纲，但是原住民族的文化，我们的衔接都是由下而上。所以在这边呢，我必须要请问部长，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一直在讲日志，不知道您对这个日志的看法怎么样？我想在有关一些用词上，你觉得应该叫日志还是叫日剧？这个它本来就有不同的那个史观的观点了。日志就是合理的治理，日剧就是违法的占据，是，对吗？我在这边询问吴思华部长，他说日剧，不知道我们的部长这两个用词都在教科书里面呈现过用词。那原住民是说日剧，我们看一下，原住民碰到日本的第一个就是法律，就是日令26号，原住民失去了土地，非常可笑，也非常的讽刺。原住民碰到第一个法律就是日令26号，我们的土地全部收归给国有，这个国就是日本国。再来下一章，原住民碰到爱永县，我们再来下一章，然后日本殖民时代是怎么样侵略排湾族，怎么样侵略卢凯族，我们再来看下一章，怎么样侵略阿美族，怎么样侵略布隆族，怎么样侵略周族，再看下一章，怎么样侵略泰雅族、赛德克族、泰鲁格族、赛夏族，再看下一章，用的是三光政策，烧光、
抢光、杀光。再看下一张，日本殖民政府的战功册哦，这个是日本总督府的战功册哦。怎么样来杀害原住民？用三光政策还叫做战功簿？我们来看一下，再下一张，这是龙一堂女士曾经说的一句话：我希望原住民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非常非常的鲜明，这才能够教育我们的汉人，我们是如何的目中无人，而且自我狂妄。我们汉人之中，不分客家人，或者是汉人、外省人，我们在说我们的权利是如何丧失的，可是我们竟然会看不到原住民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是文化部长龙应台曾经在原住民抗议的街头告诉原住民的话。所以部长，您刚刚看到我给你看的那几个日本殖民政权的战功册，所以您说日剧还是日志？对原住民来讲，如果是日志，这一段历史我讨不回来；如果是日志，我的土地要不回来。那我再告诉您，你们汉人也有一段，你们汉人数十次的日军清乡，杀了我们数十万的汉族同胞。如果是日志的话，那就是合法被杀掉咯。你们不想讨回公道吗？如果是日剧的话，当然要讨回公道，尤其在现在民进党所提出来的转型正义的促转条例里面，当然要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啊，怎么可以只从民国38年算起呢？所以部长，不知道您看日剧跟日志怎么说？是，我跟委员报告哈，刚刚委员提到说，在历次的教科书课程纲要里面，确实这样两个的词啊，因应不同的史观哈，会去做这个用词哈，包含像现在我们怎么说需要在大院修法后啊，我们建立一个比较公开、透明、多元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机制，主要也是希望让多元的意见可以在这样的平台里面。您的立场是日志还是日剧？您的立场是日志还是日剧？我刚才为什么提到说，因为不同的这个观点里面呢、啊，他应该，而且如果未来能够提供给学生，应该是更多啊，可以来认识不同的观点。所以部长，回到我刚刚说的，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应该把手拿开，应该由下而上。如果原住民的立场的话，我就绝对是说日剧而不是日志。如果是汉人以所谓日本殖民政权进来清乡，你们那么多的人死掉的话，也应该是日剧，不是日志。所以我也跟委员报告，我们正希望未来的课程发展、课程的审议啊，真的是一个多元的意见来做陈述。我们不需要课纲审议委员会啦，我觉得应该从每一个部落由下而上，而不是这些课纲委员会在那边说，好吗？谢谢。谢谢，谢谢高进委员。好，谢谢。好，接下来请陈学胜招委，谢谢。好，主席，部长，朋友同仁大家好，请教育部次长陈良基。请教育部次长蔡清华，再请教育部次长林腾角，有请假吗？主席，时间暂停一下好不好？可以请问一下。好，来，部长说明一下。为什么我第一次我立法院那么久，第一次看到部长来没有次长来的，没有主秘来的，为什么？你看我们同仁都很讶异嘛，对不对？新存对不对？从来没有过嘛？为什么？好，来，主席我们陈委员好哈。那个刚刚我特别提到，因为抱歉哈，我了解了一下，是因为今天早上也有几个这样的会议哈，是请次长来帮忙出席啊，这个也跟委员表示抱歉是。不会吧？不会三个次长同时不来，主秘也不来，而且也没跟立法院请假，对不对？主席，你刚刚称我一声招委。要跟赵薇请假，准假才能够不来啊。那这个我跟委员抱歉，我来做一个检讨，因为也刚刚不是三个次长跟主秘都没来，部长。是因为我了解有几位是，比如像陈主秘，我是拜托他去出席孔委员，他妈妈今天有公祭了哈，所以特别到南投，嘿是。但我没有看到家长。是是。那还有三个次长。三个次长都没有请假。对，是也都没有出现。是是。
我来抱歉，可能这个我会请国会组联系了，因为他们可能误解了，抱歉，我这样坦白的说，在出席通知里面他可能并没有逐一的通知，那这个我来做检讨好不好，也跟委员表示最抱歉。好吧，我不要耽误大家时间，我是招委，如果这样的话后面中华兵质询不到，我可以质询一个小时、啊、就单我来做检讨、哦、抱歉抱歉，好不好，给部长第一次礼遇了，我讲过了，就事论事，认真监督，但是时间就开始计算好了，是是，我就开始问好了。部长，这就是我要问的，会不会你跟陈良基开始产生心结？跟委员报告，我特别跟你讲的用意哦，是当宣布他做次长，您做部长之后，后面几天新闻全部都是陈良基新闻，我就跟陈次长讲说，你不要功高震主，我从来很少看到一个接次长的人新闻超过部长。结果部长，我是媒体出身的哦。结果在520之后的隔天521，你就召开记者会。请问那天开记者会，你一个人开吗？我跟陈委报招委报告哈、哦。那一天因为之前有很多外界又放你媒体，又放你单飞。不，那个是我自己的主张，因为第一个时间。结果今天部长你又一个人来。部长，你说没有心结，对不起啊、哦，部长，真的会有心结了。没有，跟委员报告绝对没有心结了。好、哦，这个我也希望不要有，真的没有，这也确实哈、哦。我想今天整个会议议程，我自己要检讨哈、哦，因为国会组联系上啊，可能没有做到这方面的哦。这个我跟委员报告，这不是心结，这是我的疏忽哈、哦。部长，您还是教育体系出身的，之前两位部长是大学校长过来，都没发生过部长来备询，次长不陪同的。没有发生过，今天三个次长全部不到，主秘不到，我觉得这中间吊诡，所以部长我特别提醒你，你回去也不要发脾气，哦，也不要发飙，也不要生闷气，因为教育是百年大业，后面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是我今天就特别从这个做一个引言，就是要请部长你要注意，要做一个专业的部长，不要做一个政治正确的部长，我这点特别要提醒部长的原因是，教育部为了这一个5年1000亿的高教蓝图，本来吴思华要给他通过，免得衔接不上。民进党的委员在520之前全部到立法院坐在吴思华办公室，硬是把那案子叫教育部要收回去。结果我看到你的521的记者会，所谓的高教蓝图要修正里面，就马上跟新南向政策绑在一起。部长，我一直很担心一件事情，说您不是来自于高教体系，所以我很担心说您对于高教不了解。所以我一直很希望有人可以协助你，但是今天三个次长都没来以后，我就跟部长，我就就事论事请教，高教蓝图对于新南向政策你了解有多少？我请教你一下哦。到目前为止，我们境外生排名第一名的是哪一个国家？除了大陆以外，不要讲。部长，哪一个地方你知道吗？应该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有多少人你知道吗？详细的数字我没有，嘿，是14946人。今年1月30号，我们教育部刚上网公告，我们招收所谓境外生，在整体境外生里面，平均比例是17.66，印尼占33.37，成长33.37，印度成长33.37，印尼成长23.46，连缅甸都成长18.65，高过平均成长率。我要讲的用意是说。教育不是今天才开始有新南向政策，我念给你听哦。东南亚国家为我国招生的重要市场，教育部除积极开拓办理双边高等教育论坛，2014年举办的台越及台泰教育论坛外，也补助海外联合招生委员会9个台湾教育中心及我国大专院校于海外举办高等教育及招生训导活动。2014年在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越南等国办理8次教育的8。部长。新南向政策不是520小英上任才有新南向政策，最起码就教育部来讲，新南向政策已经持续很久，才有马来西亚的学生占我们境外生，扣除大陆，我们是第一名的境外生。所以部长，你把一个5年1000亿高教蓝图就跟新南向扣在一起，部长不需要这样子。是，我是不是可以跟委员补充报告哈？在这个之前，我们委员在质询的时候谈到这个，我也特别提到。过往其实已经有一定基础在我们南向政策上面，所以才会有刚刚委员提到哈，除了中国大陆以外，我们有几个区域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学生来参与的这个人数哈。那往下是一个
能够延续或是再来更加的扩展哈、哦，我们在整个新南向的，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机会。但这个部分，我也跟我们补充报告的意思是，高教的这个蓝图啊，里面本来也有它的主轴的目标哦，这个两者之间啊，它不会说完全叫做绑在一起的概念哦，只是特别提到这一次为什么高教蓝图，因为各界也有一些希望新政府啊上任之后，对原来几个重大高教有影响的，像顶大、教卓，我知道了这些啊，部长也能够做一个讨论。我知道了，但是你推出的新一五二一记者会讲说要跟新南向政策绑在一起，我就跟部长讲，教育是延续的，所以高教是您比较弱的这一块，去看一下教育部做哪些事情。我不是要苛责你，而是不需所有事情都跟政治正确绑在一起。再过来，我给您看一下这个图像，也问一下部长您未来的面对态度。我今天早上去特侦组告了林权院长，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个被告的官司，因为他对于太阳花学运攻进行政院的涉嫌人撤告，我认为他渎职。那接下来我告诉您，未来会发生很多事情。高一的学生不满高一董事会开会，冲进董事会抗议。再过来，世新学生抗议学杂费调涨，冲进学校里面，都最近哦，这一两个月的事情哦。再过来，这是去年学生夜袭教育部，冲进部长室。再过来，也有人仿效，隔天冲到我们教育部现任次长陈良基办公室。陈良基当时的台大副校长，现在的教育部次长，他讲说台湾是法治国家，若外人抢行入侵并破坏物品，他会报警，因为犯法就是犯法。我请一下教育部，你还负责教育的责任，你有面对这些陈情抗议，你怎么样来处理？我跟委员报告，目前我觉得青年参与公共事务啊，我想他们的这种意愿啊也更高也更多哈、哦。那面对不管是公共政策或对政府，我自己认为未来应该有更多的多元参与的管道。另外，对话是非常重要了哈、哦。如果因为对话可以更让这些青年人了解更多，如果对话不成，他冲进部长办公室，部长你要怎么处理？欢迎进来，诸位请不要挡，警察不要挡。部长是这样子吗？我跟委员特别提到的，部长，因为我特别强调是说，因为学生他在教育阶段。部长，你今天的言行会代表以后学生，包括学费调涨哦。你刚刚讲冻涨，我反对您的讲法，是我根本主张不该涨，因为我强调的是教育应该要公共化。所以以后学生如果反对学费调涨，他已经冲到了学校，学校不给答案，然后他冲到教育部，部长你要怎么处理？请你告诉我，我就可以告诉学生不要怕进来。部长你怎么面对？一个次长一个部长，我要请教一下。次长的态度很清楚，犯法就是犯法。那部长您的态度呢？是，我想刚刚委员特别提到哈，这个学生，我刚才会表达的意思是，因为我自己也在整个施政的理念特别提到哈，去凸显学习者主体的这个概念啊，是应该是一个教育的核心。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不管在政府部门服务啊，不管是我们成人呐、啊、哈，对于这些年轻学生来讲，其实也应该要有一个共同多理解少拒绝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心态。部长，你不要给我打圈子了。好了，那个学生，这个不冲进来了，家长冲进来可以吧？学生，我们谅解他了，校规处理。我想那家长冲进来，因为在过往，我就以个人为例了哈，也面对很多。这些公共的事务，其实站在第一线，真的大家坐下来谈，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部长，嘿，任何部长都想跟学生谈，都想跟人家对话。我现在跟你讲，已经开始有冲到高一董事会，有冲到学校，下次就冲到教育部。冲到教育部前次，我们已经处理完毕了，我们也谅解了学生。但是因为林权撤告以后，有了这个示范作用，我只提醒部长，会被冲的第一个就是教育部。我大胆的预告，请部长您做好准备，因为。您的政治正确要先想好，林权的撤告你要不要跟随？再过来要跟你提到的是课纲审查，是刚刚有几位委员提到了这个大陆国台办，对不起，大陆国台办指指点点，我是很不爽，他不要管我们哦，赵伟您放心了、啊，这我们国家的事情，他管什么？但是部长您的态度是什么？你了解到课纲审议会当时这个法案在立法院审的过程，你了解吗？你说尊重立法院。你知道当年立法院审的时候怎么审过的吗？你知道黄国士招委，我也是另外一位招委，另外一个招委是什么态度，你知道吗？你讲给我听。是，我想我表达对这个的看法了。立法院，你说尊重立法院这个通过废止课纲这个审查嘛，对不对？是这个新的课纲微调，我都没意见。
但你知道审查过程是怎么样来的吗？我是从媒体上看到的，哦、因为当时没有，并没有哈。对，这个、好，您讲。确实也有不同的这个意见了哈。您错了，没有不同的意见。没有，我讲的是因为有不同的表达。不是，都没有表达。哎，那委员，我对这部行政院、教育部都没有对案进来。嗯。然后同样的，反对党、其他政党也没有法案进来，只有一个版本，黄国书大少伟的版本。你知道吗？就这样子在这边审，我们所有的其他政党委员没有人参加，就这样长驱直入通过，然后直接二读三读就通过。你有没有尊重到其他不同意见的声音？我特别要跟部长提醒，是，你要知道那个背景。我说大陆国台办不管我们，国内事要自己处理。但是另外一边对于课纲审查，像我的意见很清楚，课纲微调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我很痛心也很难过。但是那是因为政治力介入教育，可是不该你修正的结果是矫枉过正、因噎废食，让政治力更加介入，连立法院、行政院都介入，还有审查会的审查会，连一个公事董事都审了那么多年审不出来，我们这边课纲审议委员会可以顺利推出来吗？部长，你知道这叫后患无穷。是，谢谢委员的提醒哈。我是比较从课纲微调的事件，因为我长期自己也在课程发展上面花了很大的心思啦，当然也有一份的这个期待。从课纲微调这件事情上来看，真的也让我们发现到少数的意志是可以去影响整个。我只问你未来了。是是，那从这样的方向，我也比较正向去看待。过往课纲其实在法律上的定位是模糊的，也因为这样才会有课纲微调后。可能就有人去影响他。那未来当然这个过程会比较需要花一点行政上作业的程序，但如果从正向上来看，我也相信大院委员所推荐出要审查课程会委员的这个机制里面，它是多元的。这个多元对于课纲研修的单位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知道程序是必须要完备，而且专业上应该被能够认同。部长，嘿，所以我想这个基本上比较不会让球员兼裁判。是，再教你一招，以后来立法院要三个次长要带着，以后委员在讲话的时候要尊重委员。啊，你要不好意思，好不好，部长？哎，委员抱歉，对不对？主席应该这样嘛？哦，我最后是要给你勉励了，就说你不要政治正确，教育可以做很多事。我最后给你放一张影片给你看，台湾有这么美丽的导演，这么棒的导演，跟我一样都傻瓜，叫曲全力，用3D 拍下美丽的台湾。教育部没有给他钱，自己买车做改装成3D 车，2年跑了800多所台湾偏乡偏校，120人以下的学校跑了800多所。部长可以做的事很多，但是把政治忘在一边，好不好？部长，我还是给你很高的期许了，下一次三个市长一定要陪你来，好不好？谢谢委员，我会努力在交易上，政治不是我的专长，谢谢。好不好，部长？好，谢谢陈昭伟，好，谢谢。好，接下来请钟嘉宾委员啊，跟大家报告啊，钟委员咨询完毕后。林立禅委员。质询结束后休息20分钟，好不好？好，好，现在请钟委员质询。谢谢主席，在场的与会先进、列席的机关首长官员，大家午安。那么有请潘部长。好，请潘部长。能不能也请那个司仪师司长在旁边待命，好不好？可能会问到你。好，司仪师。钟委员好。上。好，部长。您之前有过的副首长资历，好像就前一个嘛，国教院副院长嘛。是不是？还有副市长嘛？是是、哦，我也当过副首长哈。刚刚陈委员很关心啊，你的三位次长到哪里去哈？我做个参考答案呢、啊。我曾经回我的母校屏东中学去，那么我的学弟就问我说：“副县长是做什么事情啊？”我说：“副县长有两件事情很重要，大部分在做这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当县长很忙啊、哦，那么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有非常重要的会议，但他不能参加的时候，他就会派我去。”另外一种是呢，县长呢，他有一个会议或一个行程是极端的无聊无趣，他很不想去，但是行程上又不得不去，也会派我去。好，所以副首长大概就做这两件事情。那所以呢，下次哈，万一您不能到本会来备询的话，你的次长派来的时候，一定要说是第一种情况，千不要说是第二种情况，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这边呢要肯定部长的用心哈，我看了你的施政报告哈，我特别关心的是如何稳定偏乡的师资与教育品质。保障学生的受教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教育部的记录当中啊，我们屏东县206所学校有130所是列在偏乡的学校，
因此呢，您提出了说，对于这些学校呢，要提高教育的能力，那呢，要以外加代理教师员额来推动国小合理教师员额的编制。坦白说，这句话我看不太懂了哈，但是呢，我还是给你一个机会，待会呢，我继续问。第二个，您提到说要改善偏远地区的学校宿舍，提供合理的居住环境，以提高教师的留任，这样的意愿，我觉得很重要，希望教育部要加强。第三个，你听到说要提高的，要做一个教学访问教师计划，我也觉得蛮认同的。好，那最后呢，你提到一个偏乡教育创新发展方案，偏乡学校的教育安定方案，我觉得教育部用了很多用心，好，我都很肯定。那接下来呢，我看下一个哈。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除了偏乡之外，屏东也有原住民学校哈。那我要提醒您一下，那么根据原住民族教育法当中第四条，您参阅，比较严重的是第二十五条，他说啊。这个原住民各民族的教师要在107年的5月7号之前，要达到不得低于该原住民重点学校的原额的1/3，这个您知道哈？那这个剩下不到2年了，2年多了哈，现在是105年嘛。那你知道如果教育部要达到这个目标，有什么具体的作为？赶快给您30秒讲一下。那个我想这部可不可以麻烦署长先？哦，不是司仪师，是署长是吧？是是。那署长的就可以好了，赶快简短的讲一下。是。您打算怎么做？如果学校没有缺，那当然就没办法。如果学校有缺的话，这个缺呢，我们建议学校呢一定要把原住民的这个名额跟这个现行的那个一般的名额呢要做一个切割，然后呢来增加这个原住民族籍老师的一个。进去的一个地方政府招聘国民教育学程的国民中小学教师，可不可以考试的时候招聘到的现原住民族身份？他目前是已经有县市他去做这个名额的桃园嘛？那我们陈委员不在啊，桃园是这样嘛？是教育部同意吗？同意，同意了哈，很好，来，谢谢你，我直接看下一张哈。我要告诉部长哈，为什么贴了这个问题来呢？因为这个是具体你们面对到的。现在呢，我们偏乡跟原住民的教师都遇到同样问题，就是全国我们的教师的总量是超额的，屏东县教师的总也是超额的，我们大概6000多个教师是超额的，每年退休的远远赶不上减班要减掉的员额，比如说我今年减100班，我要减掉200个教师，可能我退休了50个，那我就150个超额教师不知道怎么放，因此呢，我们偏乡地区呢，为什么是师资缺乏？你总量超额，为什么偏乡会没有老师呢？不是没有老师，是有缺额，偏乡留不住老师，都会地区有超额，但是因为总量缺超额啊，地方政府不敢招聘，因此呢，就用了你们刚刚说的方式，叫代理教师。我要报告部长啊，代理教师纵使有合格的教师证，由于他占的不是正式教师编制，他提供的教学品质不是说不好，而是他流动率很高。对于我们国民教育学程当中的学子来讲，流动的师资是最严重的学习致命伤，您是否同意？是，我想偏乡学校学生最常常辛苦的就是经常面对老师的流动。那怎么解决？现在总量超额，我纵使偏乡有开缺，我也不敢请老师，怎么办？我想这一部分呢、大概可能要几个面向，但要完全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回去想想看。好，来，你才刚上任不到一个星期，这个议题我已经奋斗了8年了。另外一个原住民一样，原住民以屏东县来讲，假设啦，我们有10所原住民重点学校，具体数字我不用提了，假设我们需要300个原住民，300个教师，要1/3，100个原住民教师。假设我全屏东县有超过100个原住民教师，我要满足原住民族教育法的第25条，我就要把这100个原住民族教师集中在这10所原住民学校，您觉得做得到吗？因为这个规模跟这个学校缺额的状况啊，刚才署长也特别提到，你也说的没有错，是要有缺额，是是，就是说我的原住民学校有缺额，我才能够用教师借聘的方式，征询具有原住民身份的教师到原住民重点学校去任教，对不对？是。但你要知道，原住民教师不见得喜欢到原住民重点学校任教哦，所以我空有原住民教师，我还必须原住民学校有缺额。我才有办法去达到107年5月2号之前要达到原住民族教育法25条的规定。教育部有把握在2年的时间内达到这个目标吗？而且这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哦。国中中小学的教师跨校的借聘是由地方政府主导，有没有办法这样做？跟委员报告，这确实是很有挑战，尤其因应这次少子化的这种现象，它很多的
这个缺啊，可能就刚才如委员所提到，它不见得完全能够在我们需要或需要能够去补充的部分呢、啊，它能够去出现这样的机会。但是我想现在因为有原住民族教育法的这个规范哈，我想地方政府也能够去理解，要适时的来在有机会的前提之下，应该来支援。但是我也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我想教育部会来跟县市做努力。那另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了哈，现在这个法的三分之一的这个名额，我自己很坦白的说哦，这个会努力来处理。但是你是说希望立法院修法来把它降低或调整吗、哦？因为有这个目标，我想包含地方政府。我告诉部长，您在这个位置一个多星期了，我在屏东县政府八年，通过这个法之后，我屏东县政府我都没有办法解决。我屏东县的原住民教师也相当多，但是就是成如一个问题，外在结构的问题。我的翘教师那么多。我原住民重点学校如果没有出缺，我如何劝说道德劝说原住民教师过去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法令，我们在场的高金素梅委员也在场，也参与在期间，也非常重视这个法令。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地方政府，你们只说在第十七页，你要督导地方政府呢聘任一定比率的原住民族教师，需要教育部要提供给地方政府工具。我要来告诉你，来再看下一个问题，我不是只关心原住民族教育而已。我们来看看，台中在争取六加一。屏东独独全台湾只有屏东没有九加一，我想市长你来自于台东市，你知道六加一是什么吗？为什么台中市可以做六加一，屏东没有办法做九加一？财政，财政嘛，对不对？好，也就是说，今天教育部对全国各县市的教师编制做了一定的配给。那如果我的超额教师多，我如果地方政府财政可以，我每九班增加一个教师，我无形中我就把编制数提高，所以很多县市政府呢就是做了九加一。甚至台中呢就要做到六加一，屏东县呢钱不够，我们连九加一都做不到。屏东县的教师怨声载道，超额教师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你觉得透过地方政府不同的财政去搞六加一，去搞九加一，未来搞不好有三加一，甚至还有一加一来解决超额教师的问题，教育部怎么面对？这部分哈，我想对于用加级的方式啊来处理整个超额的情况，我想这只是方法之一啦。那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以目前来讲，因为从这一段时间，其实各县市也因应少子女化有一定的员额控管，做了控管。控管结果就是偏乡不敢聘正式教师，损害偏乡跟学生的受教权。目前我们的方案特别，我刚为什么说原住民族的这个法规确实有挑战？但是我要特别补充的就是说，对于偏乡孩子的受教权益，教育部会提出这个。合理的原额配置，市长也在考量，不要用过去用一般乘多少，能不能考量到偏乡的需求？我给部长哦，你们几个思考方向。之前你们的张市长我也跟他提过，现在你们说要提高教育人力，是数量增加品质提升，结果你用代理教师的来提高，反而是造成偏乡教育品质低落。你们还要再办外加的代理教师原额吗？不用回答，回去想一想。全国教师总量超额的情况之下，各地方政府他怎么敢办正式教甄？去想一想。接下来，我们除了提高合宜的教师环境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提高教师的留任意愿？最后我要问的是，你们去想想看，有没有办法招聘特定教师身份的教师于特定地区服务？其实我要说的是说，其实我们在屏东本来一度想要推广一个思考的方向，是就是我们透过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五条，我们必须要充实。好，原住民籍教师的方式来达到我们偏乡地区也同时可以满足。换言之，如果教育部想想看，有没有可能你为了解决原住民族教法第二十五条，你给予特别的经费编列，这个原额请你不要算在我们各县市的教师总额当中，然后你们也要思考一下目前原住民族教师公费生的招考方式。你们全国招考的可能是泰雅族的，可能是布农族的，但是我们屏东需要的是排湾族，是鲁凯族的，考用不一啊，训用没办法一致啊，那就造成了我们地方上空有这个名额，也用不到我们的老师。今天你试想看看，纵使他是原住民教师，他是泰雅族的，他会留在我们屏东的排湾跟鲁凯的部落继续任教吗？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能够在考训用合一的情况之下，您将失培尤其公费生，尤其原住民教师的公费生，你授权给地方政府跟当地的适培机构来研究，
我们透过语言加考的方式，我保证可以考出鲁凯族语跟排湾族语的原住民籍教师，但是在我原住民学校尚无缺额的时候，他可以来充实我偏乡地区的学校缺额，又不占用到我地方政府受限于教育部的总额的情况之下，您来思考这个方式。我们利用原住民族教育法25条责成我们在107年5月2号之前必须达成的目标，请赶快研议方式提供这样的额外的原住民族教师的训用的一个名额，让地方政府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招聘原住民籍的教师，但是在原住民重点学校还没有缺额之前，他可以在我们的特定指定地区去服务，服务到原住民重点学校需要教师的时候，他再回来，以符合法律的规定。您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是，谢谢委员刚刚重整偏乡地区包含原住民部落师资的这个问题。我想刚才几个面向我们会综合来做，但是现在我想我自己对内部跟署里头这几天的沟通因地制宜去思考原额的配置是一个必然如果是在用过往一致性的标准一直解决不了长期，刚刚委员说你在屏东奋斗了8年偏乡的问题、师资的问题，所以我想刚委员的几项建议我会再跟国教署师资议教室来共同做一个研商后续我要提醒一下，我下次先预告，我以后呢，为了优待部长，以后要问的题目都先预告。接下来包括高金委员在问的那个问题呢，我会在下次的咨询提出，也包含说你们原住民族教育的1.9%的编列方式，也请你们好好做准备。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钟委员。好，谢谢。好，接下来请林立禅委员咨询。好，时间8分钟。主席，有请潘部长。好，请潘部长。林委员好。Hey, 部长好。那先恭喜部长那个上任了哈。谢谢。那立禅今天会针对部长的施政的报告这边去做一些讨论。可是呢，在讨论之前，立禅还是要来谈谈我们上周在桃园发生一件我们新住民的二代就是不当的体罚事件啦齁。不晓得部长知道这件事吗？就是有一位中度失能的就是孩子，那他是在桃园念 国中2年级，不就定桃那知呀，我不就你讲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个特教生的这个管教的案子是一个大家都觉得非常不适当齁。所以我也从那样的大概也了解到这个个案发生的情况。对，因为这个孩子他妈妈是我们的越南的新住民，是是，那他又是重度的那个需要我们照顾的孩子啦齁，那他是双重需要关心的孩子。那我觉得说学校的制度上是否不能说孩子可能较皮，可能有些行为上因为他又是过动，那有些多重的状况出现了齁，那不能说学校发生事情就直接把他带到教务处里面所谓的身教组嘛，那身教组的老师就用打的，用给拍拍站站的了后又用那电轮拍叽叽叽又给他吓惊，这种行为这样对吗？部长您觉得呢？你感觉这样适当这样的管教方式绝对不适宜齁。对，因为如果用这种方式，感觉我们台湾的喊出所谓亚洲第一个自由民族回到20年前了。您认同吗？如果这种体罚的手段，这种恐吓的手段，感觉我们台湾怎么走了呢？林委员报告齁，我们经过这些年齁，在学生辅导管教的做法上，其实已经明令非常限制。立禅知道这样子的行为，这样子行为的可能现场的师资可能不多，可能只有这几位。但立禅也要强调，当然这几位可是已经影响我们整个体制了。您知道103年我们所谓的学生辅导法，你应该很清楚嘛，哈？可是好像法是立法院在喊的。可是执行面执行人员有遵守跟执行吗？还有去这样子去落实吗？我觉得说部长这边一定要去研拟，因为立禅觉得说非常的遗憾，我们法定的这么好，然后大家花这么多时间坐在这边定那么多法，
可是为103年到即马已经105年啊，经过遮济日子，同款嘛有人做即种代志，好嘛同款受伤害的嘛是咱的囡仔，部长你有认同无？是，我想这个法修正之后，确实学校会逐年来禁用更多我们专辅的人员哦，我想以更专业的辅导人力啊，来协助学生有需要特别这样的辅导事项，这个我想是一个。在后面几年呢、啊，会逐步的来落实哈。那现在也已经禁用了相当的这些人力，但是刚才委员所提到的哈，不只是专任辅导人力了。我想任何一位老师、教育人员对于学生的行为啊，如果采取类似的做法啊，我想这个是绝对不允许。对，那有关于落实学生的生活辅导这个部分，哎，部长您在今天的说明里面好像。近年来我们所谓的校园霸凌啦，所谓的校园的那个伤害啦，还是毒贩，还是中辍生这点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说在社会高度关注这个议题，其实潘部长您应该要把生活辅导纳入我们重点的关心吧，因为哈这嘛是比较需要我们去关心的孩子，您认同吧？确实哈，我想学生的这些安全，或者是毒品等等的防治哈，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好，那针对另外一个议题跟您讨论，所谓的我们的您也是我们国教院的副院长嘛，那相信你很熟悉我们的马政府在107年的时候推出第一个有一个政策叫做新住民的以。纳入我们的12年国教的课纲里面，那我们的课纲微调已经废除了，请部长您公开跟我说明一下，所谓的新住民已纳入课纲，是不是会跟着一起废除呢？不会，跟委员报告哈，现在因为大院这边决议所废止的是103年高中国文跟社会微调的课纲，对，那刚刚委员提到的这个是在。12年国教课纲啊，预计在107年学年度实施的这部分呢、啊，目前会积极的来推动。好，感谢部长，因为哈，我身为新住民，那所以我针对新住民的议题都很关心，所以我绝对要部长公开说明一下我们的东西没有被，因为您刚刚有谈到我们不要太泛政治化，这个真的实际上去处理的。是。好，那另外一块也跟部长这边讨论说，也有很多民众针对12年国教新住民已纳入课纲，他会觉得反对的意见，包括现场的老师也有人反对了哈。那针对这些意见，他们觉得说啊，台湾人学台语、学国语、学英语就好啊，为什么要学，搁学到无同款的语言？部长，您对这样子的反应有什么想法？像就是地方上的一些反应，你应该有听过啦，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是我跟委员报告，台湾之可贵的地方是一个多元社会，对，而且多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跟尊重。那么因此，像目前在国中小阶段，那个部长刚刚那一句就好了，我们在先导的时候就讲那一句就好了，先导讲重点啦，因为先导工作者法律用语大家听不懂，然后也不会记得，就前面那几句就好了。我会秉持这样的原则来推动台湾的多教育。那个部长您知道吗？我们知道说我们台湾人为什么会觉得不接受东南亚语，会接受英文的原因，我觉得说国际化不能只是朝向所谓的欧美日先进国家，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所谓的东协国家，包括东协十国啦，包括印度，也是我们未来新南向政策的一环嘛。我觉得说这一块您必须要去告诉，不能说政策上面在推，下面不接受，未来会变成双重的族群的那个议题会发生的时候。教育部可能会也很麻烦。那立产觉得说，新南向政策一定要重视新住民的语言。那怎么推？部长，您这边不晓得您的师资那个规划的如何？您的教材规划的如何？我们目前的教材，跟委员报告，委员所指的是指我们新住民子女的，新住民语的，对对对，我当然。详细的，我想我再请苏里头这边来提供哈。但是目前包含各县市，其实有一定的基础，而且蛮多的师资啊，我们也正在
持续的来做这方面的培育。所以教材呢，您的教材现在目前有的，因为现在您要推七个国家的语言嘛，据立场了解，只有越南语，越南语哦，在今年底可能会完成嘛。可能会完成。那我们要那个招委各和我几分钟了哈。越南语就一是今年会完成，可是剩下六个国家的语言在哪里？那因为我个人觉得说，我们推完教材之后还要试教嘛，然后试讲之后还要反映一下孩子的一些反应评估，才知道说这个教材适不适合孩子去学习嘛。您这个提醒我会注意，刚才同仁也特别提到，目前已经有七个国家的教材正在发展中，哈。今年会完成吗？今年会先完成两册，我想详细的进程我们整理再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好，那师资呢？师资好，从今年暑假开始培训教师人员，暑假就开始培训。因为立场觉得啦，哈，师资教材是我们教职员的最先的一个准备。那还有现场，我觉得说我们的教职员的评估，就是所谓的新住民语的遴选，大家要选这个课程的意愿到底有多少人想要上新住民语这个课程？那到底我们各县市有多少师资可以来支应这样子的议题？刚刚我们钟嘉宾委员讲到所谓的原住民啊，有多少师资？我觉得供需一定要做扎实的，真正要做，不是喊口号，还是办一个公听会，办一个说明会，然后点点啊办，卖给人知啊，办完就好啊，有资料就好啊，袂使安尼啦，部长。因为哈、哦，立场针对新住民以这一块有几个诉求，因为时间关系，跟您讲一下，落实我们学生的辅导。第一个，第二个，新住民以的师资一定要准备好。第二个，我的教材一定要评估好，重点是监督跟后面的所谓的多元文化的宣导，不要造成族群对立。谢谢。好，谢谢委员的指教。是。好，感谢林委员，感谢。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二十分钟，我们到12:50哈再继续开会，好不好？好，好，现在休息。谢谢哦，立场高共高共。我讲，人家哦，开头到尾拢讲台语。